要继续来跟大家呢谈关于出家修行法哈、出家修行法是在家人听这个在家出家修行法的意义是在哪里？当然就升起一种随学的心呐、同时呢也才知道说那这个。出家的意义那他修行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出家人值得这个尊重是原因在哪里啊？当然呢，道理是这样子啦。那个出家是长长远远的路子很有可能你看到的出家人，他并没有办法呢像你听到的那样子那么精进啊，那么清净啊，那么的专一啊那不动摇那不一定是这样。人呢是变动不居的，一切无常，那么你的心也是无常法。那是当然，一个出家人呢，他从出发心呢一直到一进行受的这样子的用功，那么这里头有可能有起伏啊，有生灭相，这些我们作为一个在家人，或者是说一个佛弟子，也不一定是在家，出家也一样，那么这就要有认识。第一，那就是说。你眼睛所看不一定是真实无论是正面的或是负面但是呢我们应该是都朝向一个比较正面的意义去解读，那这样对我们的这个道业才会有增上。古人讲啊，你的猪羊眼你看到就是一堆草木，你要有圣贤眼，你看到了满眼的都是修道人都是佛。那么这就是你怎么去解读周边的。这不是那是阿 Q 这个佛教徒这样子没有是非这个不是这样子讲。佛教徒有是非怎么没是非？但佛教徒更知道说是非不是自己的标准或自己所眼见为凭这样而已。那么这个就要分辨第一。第二，是非可以很清楚但我的道业并不要因为人家的你看到的是非而产生是非。第一个是非是客观的是非，第二个是非是烦恼的是非。有的人他看到一个他认为的客观的事实，但是反映在他身心上面的是他的烦恼人家不持戒他很烦恼，人家犯戒他很愤怒。奇怪了，你是哪根葱你是谁？你又不是他师父，那么他的生死又不是要你负责你在生气什么？在他犯戒那就他下地狱，或者他有犯什么他自己的事，奇怪了，干你的是非干嘛？你干嘛去讲呢？你干嘛去愤怒呢？你干嘛去丑，甚至于加码丑化？听懂意思吗？这个是特别是佛教徒，尤其是听了一间法几天佛法的佛教徒，或者是所谓的亲近过三宝做过什么侍者啦什么亲近过哪个大德啦，这样子的一个的居士那个洁癖的那个样子，洁癖你懂吗沾不得一点点，那说起佛法来，说起清净法来这个这简直是飞天钻地，但呢讲的都是别人的生死，别人的对错，这样了解意思吗？我说这个很可怕。那比如说包括什么，包括说人家在做宗教基本法啦，或者宗教法，人家在为佛教为宗教在立法，在那奔波，那他可以在那讲闲话，
哎，那他那个，他那个弄那个，他不修行啊，他，他这个你看看，这个搞活计搞名利啊，要不就是说，哎，你都没道德了，你不能招感了啊，才是这样。他可以有一大堆，那修行自然招感。你看那个人家广钦老和尚，人家那个什么印光大师，人家那个弘一大师，人家才不用这样的，这样，这样听懂吗？他就做比，他就做种种的那比喻啊，听起来也头头是道哦，啊，看起来好像也有他的道理啊，哈、啊。那都不知道，人间道理是很多的。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意思是一样的，人间道理是很多，但要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因缘，你说那个道理，人家不是不一定，不是说不懂，但人家看到的头路、看到的路径，可能跟你不一样，啊、哦，他在意的，可能是不一样，他看的深浅也不一定跟你一样，角度也不一定一样。他是出家人，他看的角度。你怎么可能跟你个在家家里抱个老婆抱个老公，然后呢带着小孩，有了名有了利，或者是在那里赚钱换出这个拿生命换食粮的这样子的人，跟以他的生命来换取道业，以他的生命投入来完成他利益众生的想法，念念人家在利益众生上，跟你那个家里完全是一个私人住宅当中有你的家、你的人、你的爱、你的恨、你的物品、你的我执在那里，你天天都有这些。你转过来，你转个身，你就说哪个出家人修道怎么样，好或不好？你想这有道理吗？你懂意思吗？哎，你整天在抱着你的贪爱的东西，你转身说的跟比出家人还要清净，哎，多的是这种，台湾多的是这种在家世俗人。我说这种人呢，连居士都没格，那是挂名为居士，那是个慢心俗人。那居士是居家学佛之士，他有在学佛，他学佛他就真正在学佛人，他会看得懂。他也怎么样真正对众生有好处，或者是你尊重一个出家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他不是，他专门挑毛病，他恨不得他赢过出家人。像这一类的呢，就使得很多的出家人他不会去对在家人说明像我上午说的那一类，甚至于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这一类的内容，因为他让在家人多知道，多增加危机，因为他会拿着这种角度来检验，啊，来检查出家人，会这样。但是呢，当然了，在某个意义上来说，当然是鱼帮水，水帮鱼，也确实是，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修道人，他当然在人间法上面生活进出，他也不是说他突然间该尊重的是道人，但是道人本身如不如法，确实的也有，就佛教的角度来说呢，也确实有深浅。他是有深浅的时候，作为一个在家人，你看。也是要怎么样，也是要能够分别，但这个能够分别呢，就要避免我刚刚讲的那种是一种毁谤啦，啊，一种自以为是的嗔怒啦，啊，那都是一种贪染心，贪之不得，它才是毁谤。你只知道一个出家人的对跟错，或者是说你心中你有你的标准，但是呢？你并不会对你觉得不合标准的人产生恶心，你看啊，那个可能他有什么想法，或者哎呦，那个标准虽然我看起来不是属于我所认知的那个标准，但他内心里头真正修行的样貌是怎样，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能够说在外表上面呢，哎，可能他那个作为我不太相应。但我还是基本尊重，
因为他内心里头的殊胜的想法跟修行的态度，还有他对机的因缘不同，所以我要尊重。哎，那这样子就标准，基本上就标准。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对所有的师父你都觉得相应。每一位师父他在弘扬佛法或者是展现他的修道行为的时候，他会基于他所认知的或者他想要导引的那个方向而表现出来是稍是有不同。那这种不同呢，你一定要用统一一种标准去谈他，那说不过去。为什么呢？很简单啊，有一次这个有长老啊，慧律长老，上慧下律长老，我想你们都认识了，他是我师叔啊。那他老人家慈悲啊，他有一次他说他得了类似五十肩那样，穿衣服啊，手举起来，哇，都痛得要死。然后呢，人家呢，他大法师啊，人家当然担心他的身体的状况啊，就好像我，我昨天嘛，对，我昨天临时冲到那个什么，那个彰化那个体育馆，不，说错了，那嘉义体育馆，铺子的体育馆，我第一次去了。那个那里有一个藏传佛教的法会，那我们现在在推动宗教立法，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立，有点像那个那种立法委员啊，或者是什么要选总统啊，到处跑场一样，哪里有人哪里去，人家有场子，人家就扣个电话，我这里有个场子，多少人，要不要来？我当然我二话不说，我去。以前这些场子我都搞不清楚了，我也不会去啊。现在那怎么样？要为众生折腰啊！那么都要去，赶快去。谢谢啊，谢谢你让我来啊。那样，你看那都是很那很卑微的，你要知道怎么讲很卑微？有的人家正在吃饭，我吃饭了。有个十分钟让你讲啊，要不要？要不要？好，我去，十分钟哎，十分钟我赶一个半小时的车子，你知道吗？去那里，哎呀，气都还没大喘一下呢。问你说吃饭没有？你当然不敢说还没有啊，吃了，谢谢，是这样，吃了，那没吃你也得喊吃了，然后就这样，人家正在吃饭哦。大水一个，小嘴一个，在那，在那吃，人家那样子，中间有一点时间让你上来，他讲，十分钟而已啊，不要太长啊，听说你一讲起来滔滔不绝啊，这就不行啊，注意啊，十分钟，啊，好，没问题啊，你懂吗？是这样的，啊，没什么，这个难得有这个机会啊，让人家这么把你指使来指使去。啊，要不要来啊？啊，可以啊，这里有个场子啊，这不错啊，这个20分钟让你讲哦，20分钟啊，谢谢啊。你问都别问，你得赶快去，你懂吗？那干嘛？为众生需要，我们不必要摆架子啊。我们就去啊，巴拉巴拉的讲，就需要这样子嘛。那么讲完了。然后就有个比丘尼师傅，很热心，就提了两袋的那个咖啡。哇，师啊，这个一定要给你啊！我说怎样？这个这是法王加持的，我是从来不能喝咖啡，我现在喝这个咖啡啊，我喝别的咖啡都会心悸，我喝这咖啡不会心悸，所以你也要喝。我说哦，好啊，因为你现在正在做宗教法，你不能死啊！搞了半天，是因为我不能死，我在换取两包咖啡。人家是好意，是吧？但是做这个事情，人家要来看的话，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啊？匆匆忙忙的这样的哈。那个你知道吗？是怎么决定的？那打电话，他们打电话来说：“哎呀，那个法师啊，那个27282927，
嗯，这个三天让你选。我在想，哦，三天让我看一下。哦，二八嘛要来这儿，二九嘛明天，明天的话那个什么台南的那个慈善会，我那有个慈善会啊，慈善会有台北慈善会、台中、台南、高雄啊都有慈善会。那每一年都会有一次的一个教育会，要在万佛寺开这么一下子，因为我也不能离开啊。那明天不能离开，今天也不能离开，今天就在这儿啊，是不是这样子啊？要我从南投再杀到杀到那个什么那个埔子，然后再回来，那我下午就比较累嘛，对不对？不行，你知道吗？是什么时候敲定的？吃饭的时候，中午吃饭，但是他要求我一点钟要到，中午吃饭，而我吃饭是在哪里？是在南溪吃饭，所以那个吃饭的时候，我是看着码表在吃的，快，我只要三秒钟、四秒钟、五秒钟这样子，好了，吃完了冲啊，是这样。我们那个居士那开车那个几练细章、细练罢了，一轮开四十啊，四轮刚好开一百六，哎呀，四四十六，刚好开一百六，油门站不到底，是这样子。哇，我看那个时候他在开很快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干嘛？我在睡觉，不是我在念佛，我专心念佛，我在想，哎呦，这下子这刹车恐怕也遇到什么状况，恐怕反应不过来了，那就一路归西。那么为什么呢？为宗教法而归西，那也算是什么呢？这个道人死在道场，战士死在战场，那我算是死在什么场？死在车场还是死在那大马路上啊？那么这个要讲起来都是没什么威仪啦，要不说啊，你也太。太贪心啦、啊，或怎样？但没办法，你因缘就遇到了，是这样的因缘。众生，你要做什么事，没有众生没有理由要配合你，是你要去配合人家，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也没什么好觉得哀怨呐、啊，或者觉得哦哀哀戚戚啦，觉得好委屈啊。有什么委屈？出家是你自己要出，那宗教基本法是你自己要做，又没人叫你做，又没拿钱请你做。啊，做了你也没得什么好处，那你为什么要做？你有一把尺嘛？你觉得，哎呦啊，就刚好我们看到十五年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宗教的法令是来自于这个政府对于宗教的无知跟不信任，以及呢，他文化上面呢，华人的文化里头，皇帝管一切。懂吗？皇帝管一切，皇帝说了算，率土之民皆是我民，率土之兵皆是我土，是这样。所以呢，当然我政府应该管理你宗教，他这种观念。那宗教不是被管理的，不能被管理，宗教只能够说，宗教家当然不能犯罪了。你超速，你开车超速照样罚钱，哦，你作奸犯科，你只要民法里头有犯，刑法里头有犯，没一条你可以躲开的，但也仅止于如此。就是我跟一般老百姓一样，所有的法律，老百姓该守的我守，啊，就这样而已。但是不能因为是宗教家，结果老百姓不用守的那么多的，他多守，那就不对啦。这样子你就对宗教家有歧视的嫌疑了。然而整个社会，甚至于呢这个政府的文化使然，一代接着一代，从来就认为理所当然。你宗教家本来就要守更多的法律，这就不对。这种不是一个宗教家吃得下口气吃不下这口气的问题，这是这个国家。对待宗教的态度将会一直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而使得我们的下一代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如此的无知、傲慢跟错误跟限制。你比如什么叫限制？就是比如说了，
台湾的居士多少人知道，特别是台湾出家人也知道，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不是有那个感恩惜护、赞叹惜护啊，那个那怎么叫如来宗呢？乱讲一通，怎么不佛教会出来骂骂他们呢？大家就会想成这样。佛教会嘛，代表佛教，他代表佛教，他真的代表佛教，他能代表佛教，他敢，他有那个身份代表佛教吗？他很乐意代表佛教。问题是政府根本不甩他，能不能代表佛教？不是他自己不愿意代表佛教，很多人就这样，哎，佛教会功能不彰，你这样怪他就不一定对。不一定对，这一段要单独捡起来。怎么说？你看看，他把你佛教会当作是人民社会人民社会团体，也就是社会人民团社团的法人。那社会人民团体的法人是怎样？就社会的团体是什么概念？社会团体就是说，你也是一个人民，你也是一个人民啊，你们一样大。所以是你做会长还是你做会长，大家要公平，要选举，听懂吗？社会的团体就是这个概念嘛，对不对？你也缴税，他也缴税啊，你也长得人模人样，他也是人模人样啊，就这样而已啊，大家都一样。所以我政府呢就要求你们要公平。那公平怎么公平？四年一任啊，三年一任或几年一任，连选得连任一次或两次，就规定你们了。规定好了之后呢，你要改还不行哦，他还要求你，这不行，政府要保持公正管理，避免你们有纷争啊。接着呢就说，哎，这个四年你完了，做完了啊，下台来选举啊，看起来很公正嘛，很公正，是不是？是不是啊？是不是咩？是。对啊，这是你我的想象。当大家都是一般人的时候，就是这个概念。他就把这一套放在佛门里来。好了，佛门里来什么意思？佛陀，你老人家干佛的话，只能干一任啊，四年一任。那么呢，连选得两任。佛陀说不爱，你看他手举起来说不爱，不要，不行，不要，我国家最大，我要保持公正。你怎么办？我请问你，我们的长老是年龄越大越有道德，还是越小越有道德啊？当然是越大越有道德啊。他干完四任是年龄越大还是越小啊？越大啊，越大是越有道德啊，越有道德是不是越应该坐在那个位置上？哎，不是哦，不是哦，四年之后再给你做四年，好，下来，你已经做过了，不行啊，大家来选。这个时候旁边都他徒弟徒孙呢。啊，他来选，没办法，反而政府支持他的徒弟徒孙选。那长老呢？我们一般修行的是年纪越大越有道德，对吧？对，越有道德越早下来，因为他年纪大先干了，干活就得下来。然后呢，徒弟上去的时候呢，徒弟怎么上去啊？因为他还没有那些道德，对吧？那怎么办？就我师父叫我上来了哈，啊，帮帮忙，政府说要用选的啊，你们给我一票好不好？不然我选不上啊，也很难看啊，对不对啊？对不对嘛？啊，结果呢，我来跟你们拜票，给我一票好不好？给我一票好不好？啊，你说好啦，给你了。将来我一坐上去，我做会长，你们有错，我敢说吗？啊？敢说吗？我坐上这个位置不是道德，是政府逼着你们用选票投我，而且我还得去拜托你们。那我这个会长上面有个更有道德的，不能干会长了。啊，老大他是有道德的人，他不能讲话，因为他不是会长，对吧？他卸任了嘛，对不对？啊，他没讲话啊，我又不敢讲话。再来，我就算讲话，我也不能对你们讲什么话，因为我是你们选出来的耶，你们才是老大呢。他反过来又说了，你们又说了，哎，你是会长啊，你怎么不干活？我怎么干活？
我怎么真正代表什么？我是被逼出来的呀，真正有道德的被政府拉下来啊，荒不荒谬？荒不荒谬？这就是中华民国的伟大政府要求所有宗教团体这么干，没人说出来。你怎么要求中佛会去做什么事？你怎么要求？长老都还在，那长老为什么不讲话？长老当然不能讲话呀，我都卸任了，我怎么可以讲话？是不是？但问题是长老还活着啊，他还看着啊。别人会这样想，哎呦，他看着耶，他都没讲话呀，我好讲吗？啊，就算我讲了，下面会怎么说？哎，你讲什么？你师父都没讲话了，你讲什么？哇哇哇哇！那我这个会长到底讲还是不讲啊？我讲了也被怀疑，我不讲了说我没我不干事，甚至但是想一想，我还是不叫讲好，不要讲，不讲不错。讲的可能被人家质疑，再来我还是被你们选上的耶，我要讲出一个说，这个哈，这个政府哈，这个法令不对，我们呢要出来抗争，你下面讲话了，哎，会长，我看你没那个道德哦，我看你是被我们选上来的，你也不过就这样而已，你凭什么跟他们那个的？人家那个谁的那个立法委员对我们多好啊，人家那个政府对我们多好啊，哎呀，你干嘛去抗争政府啊？哇，我不能讲话了，因为我是被他选出来的，我能够主持什么正义？下面的要是看法跟我不一样，我不能用道德，我也不能够用身份来要求他呀，你说这荒不荒谬？荒不荒谬？所以人家梵蒂冈，梵蒂冈听得懂吗？梵蒂冈听得懂吧？天主教的国，对不对？他就对全世界的各国政府说了一件事，他说民主的行为不适合我梵蒂冈，我都是由我中央教会梵蒂冈主动派枢机主教在你的国内用做人做什么事，你不要跟我讲什么用选举的。我问你哦，穆建连是阿罗汉对不对？神通第一，哎，是票选的吗？十大弟子，哎，票选这个世尊十大弟子是这样选出来的吗？我们都知道有十大弟子，对不对？神通第一，说法第一，哈，苦行第一，怎么样？哎，就票选的是吧 ？Top ten， 十大第一，十大弟子是票选的，是吗？佛陀是票选的吗？乱七八糟，这就是嗯办给办，不懂装懂，装好心，你懂吗？他根本就在残害佛教的伦理。他完全残害佛教伦理啊！结果后来呢，每次开会，徒弟做会长，对不对？坐在那，然后呢，师长呢，坐旁边。为什么？因为他卸任了嘛。我告诉你，方丈和尚是可以卸任 ，OK 的，好。但是人家那个方丈和尚卸任是透过整个教内的机制在卸任，这样了解吗？他卸任了之后。就算这个徒弟上来，也是被方丈和尚推出，直接就推出。今天不行呢，今天不行呢。方丈他的师父要推出他没有用啊，他要求要用选票啊。那长老只有几票？长老有两票是吗？还是长老有十票？没有，长老一票，长老一票。所以长老都得拜托你们呢。他推出一个徒弟叫做四法藏要来做会长的话，还得拜托你们嘞。你懂意思吧？懂不懂？是不是就这样发生着？是不是嘛？是，当然是。我担任过8年的理事长，你知道吧？中国传部佛教协会啊，八年。其实都是长老在做负责，我帮他顶个名字，所以我跟长老有配合，但我完全清楚，我这个会长事实上是不能干事，也不好干事。
因为其实还长老的道德在做事，那是我愿意配合哦。啊，万一要不配合的话，我们两个不同调，长老也很亏啊。长老归长老啊，干嘛？我已经做会长了，你能怎样？这第一种。第二种，我要真做事，下面也不一定服，所以大部分就不做不了事了，很可怕，很过分。他根本在残害宗教的内部的一个道德领导的机制，这样听得懂吗？严不严重？严不严重？我们变成没有道德领导，那更别提那个政府直接介入来说谁当会长的，那就更别提了啦。哦，有的我不想说哪里了。你的居士跑从过了搭飞机来台湾跟我们讲说，哎呀，那个什么大道场的道，越大的道场的方丈和尚，我们越躲得远。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跟政府的关系越好。那只要跟政一个出家跟政府的关系会好，你说他是有什么道德，我都不相信。他是这么讲，当然这个也不一定对。但是呢，你看看，这就政府介入当然更严重。他这个介入算一半，没有介入到这么严重，但等同介入到这么严重，几乎嘛。他用你用的所谓你自己想象的那些所谓民间的那种大家都平等的这样子的概念来谈民主制度，这是乱来嘛。我们跟长老怎么可能平等呢？他修行五十年，我修行五年，我跟他一起来竞选会长，不小心他还选输我，你相不相信？相不相信啊？台湾人特别会选举，对吧？对，实在是要命，乱七八糟，公投这红黑就多哎。马来西亚人听不懂，刚刚有人跑来跟我，马来西亚人跑来跟我讲，叔，不要讲台语啦，我听不懂啦。奇怪，人家马来西亚人有些都听得懂台语的，怎么听不懂呢？你看我们这是传音师傅，台语辣辣狗的，开什么玩笑？他是住槟城，你们来自吉隆坡，是不是吉隆坡的品种不一样？这个怎么会听不懂呢？啊，总而言之啊，这就是乱来一通。我们看到中华民国107年。这当中都这样干，都这样干，乱七八糟。我们当然不准在他那这样干。我刚刚就写了一个给立法委员说，不准再给我立这种法，要给他撤。现在有一个社会团体法，我们现在的财团法已经不适用宗教了，也就宗教另外一个法。现在呢，社会团体法就。中国佛教会或者什么佛教会的，就是社会团体法了，叫社会团体嘛，它是一种人的团体，你懂吗？我也要要求他不准符合，不准来管进宗教这块来，我们宗教自己定，要就自己定，那一定就困难了，一定困难，一定会吵翻天，所以最终的好方法就是你不要管是最好，因为这个东西各宗教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会定一个基本法，就是说你要尊重各宗教，各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回教、道教、一贯道都一样，人家怎么做你要尊重他。我们先定这个，把它罩住，把政府控制住，是我们要要求政府，政府是为人民而存在的，不是人民为政府存在的，听得懂吗？我们要怎么管理国家，不是政府说了算，是人民说了算，听懂吗？听懂吗？民主国家是这样子的，他乱管一通，哎，他乱管一通，他领我们的薪水，他居然写一个乱管的法，啊，我们还得拜托他说不要这样管，这就是好像说你请了个佣人，然后佣人呢怎么扫地呢？你还得说，啊，拜托了哈，你好好扫啊，你要这样扫那样扫哈，这样子 啊，我给你薪水啊，拜托啊，拜托，你这算话像话吗？这不像话呀，但老百姓没有觉醒。民主的台湾还有剩下最后一里路，就是这一里路，宗教人权要觉醒。我看的是这么大的问题，我15年来看的是这么大的问题，所以我得跳下来，我跳下来做啊，跳下来做的时候，有些居士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他埋怨起来说你说的太深奥了。
我说是你的脑筋太简单，还是我说的太深奥？我刚刚这样讲，你会听不懂吗？有听不懂的吗？抬出去，听不懂抬出去。他大概真的是，他大概真的不适合听下去了。听得懂吧？听得懂。马来西亚的同胞们，听得懂吗？是嘛？所以这个观念呢要有。那这个是一个出家人投入啊，这个不是故意的，也不是我没事找事，我是看到个大事情，看到严重的事情，弄了个整个那样，你看看那个赞叹西户，哦，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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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叹西户，那个感恩西户，那个啊西户西来去西户来东户，那没人能怎样，因为没有一个代表团体敢能说话，能够举足轻重，每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缺乏道德的彰显，缺乏那种强而有力的代表因缘。一个宗教，它一定有它自己内部凝聚的能力的，你听懂意思吗？你要按照他的方法，让他们自己去凝聚，那他们成就一个代表团体，才有力的去说。这个时候，当他说话的时候，所有的那个宗教徒都说：“哎，是的，他代表我们。”这个时候，国家就会安稳，因为有一个大的代表出来代表那个宗教讲话。道教一贯到天主教都应该要有这种功能，他们用他们的方法凝结成为他们的代表能的团体，不要由政府来规定。你懂吗？那是名字未开乱弄一通的概念。所有的大学者都知道，都说那是一当年的权宜之计，是吧？训政时期，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早在民国十八年前定的那个法，慢慢演变的时候，在中国大陆还没逃亡到台湾来，我说逃亡了啊，逃亡到台湾来之前就已经这么干了。那你说那个时候老百姓懂个什么，对不对？但现在不一样了嘛，现在已经民风开了，大家要懂这个道理，就要要他翻转。那翻转要有人出来讲话呀，那结果呢？一大堆那些无知，同时也洁癖过了头的那些在家居士啊，他就开始讲话了。哎呀，那个法上法师怎么那么好斗啊？哎呀，怎么没事了？跟那个政府那个搞得不高兴了，他将来那么伤害了我们佛教怎么办呢？你看看这个样子，哎呦，这个会让佛教遭殃了。他在想这个，他在想帝制，你懂吗？想帝制，他好像想象了我在跟皇帝抗争，哪一天要杀头，要一起把佛教徒给杀了，他在想那个事情。那你看这个就奴性多重，洁癖又奴性，很可怕。那第二种是什么样的？过度洁癖，他不一定奴性了，他洁癖干嘛？那个不是修行，那个是搞活计。我们一天到晚在说众生无边，什么度个头嘞度，对不对？众生无边不必度。应该是这样讲才对，是不是啊？站到他这个原则就是这样嘛，是不是啊？这就是众生要度嘛，是不是啊？我们佛教的成立不出一个强而有力的教会，将来遇到这种感恩惜护、赞叹惜护的，你就吸在那里啊，你就吸在那里，你也不能给他对他怎样，让一堆众生就完全无被他蒙蔽，你在那骂说他是邪教有什么用？懂意思吗？人家是不是邪教，我们要看他的行为啦。至于说他借用我们佛教的名义，一般人不懂佛教，你就不能够用所谓的不一定能够用所谓的他不是佛教这种角度。对法官来说，什么是佛教？我是一张空白的纸，我并不知道你们佛教是什么。那么你们说你们是佛教，这就有可能会造成怎么样？造成说障碍别人的言论自由的问题。好，你比如有人谈南传佛教，他南传佛教是毁谤大乘的哦，你要知道，自古以来南传佛教，我是指小乘佛教，他跟大乘佛教是对抗的。他对抗到怎样？你知道，他对抗到可以互相拿刀子杀人。他们认为说，为了拥护我的法，我杀人下地狱我都敢做。
他们是这样的，龙树菩萨的弟子提婆，他就是被外道杀死的，因为他太会辩论，外道气到不行，就把他给杀了，是这样。那么这个呢，政府没办法介入，除了你杀人会抓去关，就这样而已。他不能定义说你是对，他是错，因为政府他对宗教是无知的啊。要是政府能够在宗教做裁判，那政府就在宗教之上了，你懂吗？我们得逢迎他的看法了，你懂吗？他说你不是，哦，就不是了。他说是法藏说的那个话都是邪教，你们都不敢来听我讲经了，因为你已经授予政府判定邪教的权利了。他只要不高兴我，他就可以拿那个我是邪教的标签标上去，你会被骗呢？我刚刚讲这些是不是邪教人讲的？我是邪教吗？啊，那不然你早上笑什么笑？对不对？听得那么高兴，那么听假的啊？我不是。但是如果政府下了一张公文，因为你要求政府来判定邪教嘛，那他下一张公文说是法藏，是邪思，你就不一定笑得出来咯。如果是这样子，那这样将来你嫁一个老公，讨一个老婆，然后呢，这个你就去问政府说：“哎，你告诉我，我这个女人呐、啊，可不可以娶？这个男人可不可以嫁？有这样子的吗？有这样的吗？喂，醒过来，有没有这样子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让政府帮你选？政府不是很大吗？你不是宗教已经让政府帮你选，是不是邪教了？那为什么不让老婆这种小事让他替你选？那个政府呢？”这个蔡英文总统呢，这个两手一算，你这个女人啊、哦，将来恐怕不能生小孩，还是不要娶她比较好。你这个男人啊，这个将来可能会有小三啊，我看他那印堂发黑，未来生意做得不顶好啊。政府呢，给你盖一张证明，那个男人是不可嫁的男人。你要不要这样相信？你要不要这样干？要不要啦？怎么不要？要啦！你不是让政府帮你判定什么是邪教吗？怎么不要？哦，判定邪教这么大的，你都要交给政府了。而、啊、这种个人的这婚嫁小事，更需要我们蔡英文总统做决定，不是吗？多少人啊，傻乎乎的，一天到晚说政府要帮我判定邪教，乱七八糟。信仰是你内在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把这种事情交给政府去判定呢？你以为这样爽哦？傻蛋一个！中华民国的是的国民100个当中，我告诉你，占70个有这个想法。网络上面一堆的这个想法，政府要定一个法律啦，来这个邪教要治啦，要管制邪教啦，讨个派意。他等于说政府要定一个法律啦，会有小三的男人通通要把他挑出来啦，才不会害了我们女众同胞啦，将来嫁给那种会带小三的男人。哎，爱情是你内在心灵的抉择，对不对？那宗教难道不是？啊，是不是啊？哦啊，爱情你就要自己选啊，宗教你就要让政府帮你选哦，这是哪门子逻辑啊？懂了没有？懂了没有？网路上面80%-90%还是这种脑袋，甚至连出家人也是这种脑袋。哎，师父，你就是这样，所以才故人怨。过人玩，你听我，故人怨。讲真话的哈，有时候就让人家不爽。这老百姓还在奴性当中，你懂吗？还在奴性当中，我这些说法都是学者的说法哦。哦，你尽管去问任何学者，宗教学者、人权学者，哈、哦，国际任何学者，除了共产集权国家或者是集权国家，比如说北韩这种国家，你不用问以外，其他的民主国家都是这种观念了、哦。
哪有政府是大到这样的，大到帮你管理心理内在的问题。那问题是你的心理内在问题你该怎么办？听经闻法，国家应该让各个宗教开放它怎么样自我宣达嘛，啊，让老百姓能够有一个基本常识去理解嘛。所以国民教育当中应该要有宗教的文化常识教育，听懂吗？听懂吗？中华民国107年到今天，从在大陆到今天来，都拿着老百姓的钱哦，特别是教育部都拿着老百姓的钱哦，从来没有一天干过这档子事。什么事啊？让宗教的常识教育来教导我们的小学生、国中生、高中生。没错，你知道吗？在欧盟40几个国家，只有3个国家没有通识宗教的常识教育，只有3个。没有不是他不重视，是因为他让宗教自己发展，没有明定这样而已，只有3个，还3个还4个而已。人家欧洲欧盟国家40几个，通通是有宗教常识课程。我这次到东吴大学参加他们的学术会议啊，那日本人来报告了，哦，不，法国人来报告，法国教授哦，他还是欧盟的法律代表之一哦。我听的都是第一线的，你们放心好了，你们也很 top 了。今天听到这个都是很 top 的，都是很先进的观念。嗯，尽管放心，我网络上面都有录影啊。当场他讲那个法国教授讲，我都录影哦，我都让你存证。你要听懂法语的话，你尽管去听。好，都有，上我这个什么呢？这个自入性行销一下啊，这个推动和宪，宗教基本法的脸书，啊，上网看，你上网去查一下就有，推动和宪宗教基本法立法啊的脸书啊里头都有，然后还有一个是推动和宪宗教基本法立法的部落格里头都有这些连结。还有那个什么 YouTube 的频道也是一样，名字都一样，叫做台湾佛教台湾宗教联合会，其实应该，对了，台湾宗教联合会的名字之下，台湾宗教联合会的脸书频道里头都有这些内容。好，所以啊，这是我们看到，做一个出家人看到，那看到的时候，照说要为众生服劳役、服役，对不对？服禄、服务啊，为众生奔波，对吧？那这就是你出家人该做的嘛。但是要能做这个事情，你得要先有准备。第一个，你做个居士，你不要那么洁癖。之后你要真出家了或准备出家的人，你就要有所准备。你这出家人你该怎么样做呢？这个都是发挥，就是你发菩提心的事。但要是要发菩提心，得要有自己有准备，那这个就不是说所有出家人都要来做我这种事，这种事这么的奔波，这么的应对复杂，它是一个整体。包括你的年龄、你的长相都是整体。众生是外貌协会，他会看你这个长相，看你这个说话的态度或说出来的内容，他才会相信你可不可以做。我这边在写宗教基本法的时候，是学者们帮忙写，我做主持。那么好，这条文大家来谈，可以不可以？我觉得我有疑问，我改；你觉得你有疑问，你改。最后要裁决是师父裁决，但是问题是写的人是谁？写的人都是大学者。说什么台大法学院毕业，那都别，都是另当别论了，都是律师、庭长啊，什么什么学者，甚至都做过什么财政部什么次长、法务部次长，都做到这样，什么人事行政局局长都做过这样子的，都长字辈的。那我们一个出家人，你凭什么你能裁决他们的看法？就是你得要在教理、
宗教内涵、道心、道格、慈悲以及世间法的理解当中，要能够服得了人家，不然人家怎么甩你啊？人家不讲没事，人家那个，人家那个讲难听一点，连总统都可以不甩的大学者，他干嘛甩你一个出家人？当然，你出家有了老佛爷做八股，当然是好多了啦。但你也不能太差嘛，对不对？请问，那这些哪来？这些是从不是从你能讲经说法来的？讲经说法人，台湾全世界能讲经说法人多的是呢。他不一定从讲经说法来而已呢，他要从发心，从对宗教的理解，对众生的慈悲，对人间事物的观察，以及你内在性格的修为，与人相处的态度，还有你整体展现为你是不是有一个该有那个人家信得了的这样子的一个外向跟福报等等，这是太多太多内容，最终综合起来，人家一念之间看你一眼，综合研判相不相信你，就这就差这么一张。你要不要跟人家结善缘？过去有没有结善缘？过去没结善缘，你有没有忏悔那个恶缘？这些都要做准备之后，你才能够今天为宗教、为别人、为众生做一点什么事。你们刚刚有一位我们的镇守师傅啊，带了一位居士来跟我顶礼啊，他说他这个是在这个我们九二一之后啊常住受了伤害，那么呢居士呢都很大的力量帮忙这个整理环境，把它整理起来，头头尾尾时间金钱用的非常大，这建十年呢、啊、维修又十年。结果不知道他凭什么，也没凭什么啊，就人家我们禅心长老是我的法师兄了，我们同一个法师父，所以我跟他算师兄弟了。如果攀缘一点讲的话，我跟他算师兄弟。那他就讲了一句话：“你把他弄好了，我车子开了上来，我才回来。”啊，就这样，他就去泰国了。人间蒸发就去泰国了，现在呢要回来，他说8月3号要回来，就差几天而已，啊，那怎么样？因为真的车子能开上来了，啊，一切都弄好了，啊，你想这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这么死心塌地的为他做？那就是他的善缘了，才会这样，啊，不然怎么来了？哦，这样整个这个921受伤那么大，人家跟你非亲非戚的，那你干什么要答应你呢？啊，就是要这样。所以这些都是你的现在、你的过去、你的修行、你的因缘、你的福报，整体这样整合出来的。所以不是说你要为众生做事就做事，不是这样子的。这样懂吗？还得这样琢磨着做看看，做看看能不能做得下去。我自己做宗教基本法也是这样子的，我也不知道我要做到哪里。那就是做着，那多少时候是什么呢？是山穷水尽疑无路，都是这样的。那什么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不敢说，但是总是还有路。走得快没路了啊，还有路啊，快没路了啊，还有路啊。在快没路的时候，你也只能忏悔跟修自己啊，你要不然还怎样？所以万佛寺一年还是三次佛期，两次法华期，不能改动。除了法会以外，有三次法会：玉佛节法会、盂兰盆，马上就到了盂兰盆法会，七月中的盂兰盆法会，再来过年法会、新春法会啊。过年是过年了，新春是新春了，但我们两个把它算在一块儿，就过年的什么呢？这消灾祈福法会，一年开始。三次法会，五次共修，一次都是七天了，合起来就一个半月了，对不对？是不是头头尾尾就这么多了？那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涵养道格啊，增上道念啊，那么忏悔业障啊，增上福德因缘，培养慈悲心跟不舍众生的菩提心，这些的。而这些从初出家以来
就得要做，就得要做。所以出家到底要学什么？从心态说，从具体的说，有几样。第一，心态上要成就道格，修道人的格跟人格是不一样的。人格是怎样？人格是有贪的，人格是人的本的格调，叫做人格。人的格调是什么？有家，有我，有我执，有我的自尊，有我的荣誉。你看军队中讲的是荣誉，有没有？荣誉事实上是自尊。佛教的道格不一定讲荣誉，没什么荣不荣誉的。你被师父骂得狗血淋头，那而且是怎么个骂法？那是给你没荣誉的骂法。人越多他越骂你，你的师父要是疼你的话是这样。以前我都出家咯，我做过蔡明和尚、善唱下明和尚的侍者，我出家了。那但我没在那里出家，我被他当场骂出去，在义德寺。义德寺啊，我去担任，我是怎么去准备出家？我当兵，当完兵了，中华民国是马来西亚，你们要知道啊，是义务兵啊，每个男生都要去当兵的。不是说我要去做军人，不是，是义务，每个男生都要去当过兵，而且一当就是一年十个月，一年三个，两年，乃至于还有三年兵的哦，那个年纪更大的啊，你们有那年纪更大的当三年兵的，那么大专兵就少当一些，就当两年兵，后来又把成功领的这个一个月算进去了，就扣掉两个月，两个月算进去就变成啊，还有什么军训课也算进去了。七扣八扣就变成一年十个月，现在呢搞了剩下四个月，那就变成娃娃兵了，啊，那个已经不去当兵，那叫做什么？那么军事夏令营，那已经不像当兵了，完全是军事夏令营，跟我们家比起来，那怎么能算呢？哈，好，那不谈了，那么就我们就当完兵了啊，那然后这个。所以我去出家，我当完兵之后呢，就想要当大三，我就想要出家，但要到哪出家？我母亲，我是独子啊，那我母亲就是说，那你就要到那个像广清老和尚啦、啊，或者是蔡云老和尚这样子有道德的高僧那里去出家。我说好，那我母亲也没有要出家。后来呢，就临后来因缘呢，我带我母亲出家，我母亲也出家。我父亲已经往生了，所以说我们家就解散，当场解散，因为他出家我也出家，在清凉寺。那么还没去清凉寺之前呢，我母亲就说啊，那你要去找忏，你要去找像类似像忏公啊，或者是广公、广清和尚这样的大德。结果我本来确实是想说，不然就到广清和尚那里，那里有男女众啊，我母亲可不可以在那出家？我是这么想，结果呢？当兵当到第二年的时候，还有几个月，还有半年的样子。哎，他圆寂了，哇！我哭到不行。我说：“哎呀，没姻缘。”因为他很照顾我。我的出家姻缘是临门一脚，是广清和尚给我的。啊，这我在 YouTube 上讲过，我就不再讲。那么怎么办呢？那这样就要找蔡云和尚。那么我当完兵，今天退伍。中午早上退伍，中午打了黄埔大背包，又打大大的背包背着，我没有回家，我直接背到莲音寺。我问阿萨利，就直接上莲音寺。那蔡云和尚，我在大学时代参加过那里的斋戒学会，我在那里担任什么行门学院长啦，什么解门学院长啦，总务学院长都干。副学院长什么都干了，那所以老人家都认得，那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就啊、哦，你回来了啊、哦，好，那就当兵嘛。我当兵前我就在那进出了嘛，啊，所以说没问题啊，那就当完兵了嘛，直接黄埔大背包就放进去。即便是这样哦，他才不会觉得你这样不错，完全不会啊，拿去，那就放着，放着他也不理你。那就当侍者了，
整天骂，照三餐骂，对也骂，错也骂，然后呢，骂到怎样？骂到连走路他都骂。你看看，你看看那个某人，你看他走路的样子就走的就怪怪的。我不知道怎么叫做怪怪的，是这样。啊，骂骂骂，那骂归骂呀。那接着呢，暑假，我七月退伍嘛，那七月刚好是那个学校在放暑假，所以他就办那个暑期的夏令营，那个叫做斋戒会。那么呢，男众办了的，我就在那干活啦，那么什么什么的，那没问题。接着是女众在义德寺，在嘉义的义德寺啊，他的普里嘛，普里来嘉义。也还可以，那个时候没有三号高速公路了，他走的好像平面道路，怎么走忘记了，反正就是从水里到嘉义的，这个来包，哦，仁义潭，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仁义潭，哦，那个时候还没做，仁义潭是人工潭，哦，那么就到那里去，那我就去了，那我就跟我母亲讲说，那你中了，赶快去，我母亲也去。我进去的时候呢，他那个大殿呢，大概就这么框框这样子而已，内框这么大，或者再稍微深一点，我看也没有，差不多就这么大而已。那挤了一两百人哦，那个时候佛法很兴盛的。我们办这个法会，办这个出家体验营，本来主办单位是要让大专生、年轻人来，结果都搞了你们这些人来，实在完全意外。完全意外，啊，实在是很惨。现在这是年轻人是怎么会这么没善根呢，哦？那实在是哈，四五十岁的佛教徒师的爸妈真的有责任，他没有把这个学佛传承给他的儿女。四五十岁的父母亲，特别是五十岁左右，哦，他的儿子应该是二三十岁。哦，不，应该是四十岁左右，他的儿子应该是一二十岁，这样都完全没善根。当然了，网络太兴盛了，搞得儿爸妈不晓得怎么教小孩也有关系啊。但是你也太不谨慎了，那社会在变，你都不知道，哦，这也是有问题。好了，那我就带我母亲去了哈，去了那个义德寺，哇，那个女众啊，都是大专生哦，都是那个什么呢？都是那个。都真的就是二十岁上下的，没有那个你们，你们这个当年要你们这种角色啊，只能够在那里行堂端碗盘而已，你知道吗？根本就进不了这个大殿，哪轮到你们了，啊？你们就太慢了，你懂吗？太慢了。唱功说，啊，你们这个，啊，刮茶弄一半，啊，棺材钻一半了，啊，帮帮外面帮忙扶助这些年轻人。学佛就可以了，他是这样讲。现在完全搞的情况是这样子，很惨啊。那好了，那么就两三百人哦，就左右了。我母亲勉勉强强是因为我的母亲，所以呢勉强被排进去。他那个时候五十多多六十，还不到六十，五十多，将近六十。那么呢，我做侍者们。那忏公老人家就，那么就带领拜佛了。那阿弥陀佛，那。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哦，那很悠远。那天呢，声音沙哑，那我就想说，哎，我大声一点唱啊，让老人家不要那么辛苦。我就拿眼镜，我都负责拿眼镜，大声一点唱。唱了一半，当着两三百人面前，还有我母亲也在唱，其他你不要唱那么大声，好难听，好难听。然后旁边就像你们这样，那些大专女生啊，在那笑，好糗啊！这样，我母亲也在现场，这样，你这唱的那么难听，小声一点，不要干扰我。我说傻眼了，我说好心，好心好雷惊，好心好心好心好行啊，好心好行，要替伊点么较大声嘞？啊，你啊，要为老人家分忧解劳，结果呢？真的，就这样当场骂。不是，那时候我才大学毕业，当完兵啊，那个是脸皮很薄了。他这么一骂，那两三百个女生在那，那笑，连我娘都觉得好笑。是这样子，就这样，我就地上都想挖个洞钻进去。他是这样子干的。好了，我后来我出家了，我被他赶出来，那就另外再说了，以后再讲。啊，那个那你上 YouTube 去听就有了。后来我出家了，啊，那么出家了嘛，到清凉寺去出家嘛，带我母亲去出家。哎，有这么一个叫做陈什么燕还是什么的，有个燕子，燕子飞那个燕子，一位雕刻师，他可能有什么因缘，他把他认识的一个居士收了一块很好很好的水城，多大？这么大，只要现在来讲几千万，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价钱，这么大。当年呢，大概在十年前哦，那个大陆讲到水城，那简直是超过黄金不多少。我要有这么大的话，哈哈，我万佛寺就盖起来了，不用去贷款借钱。我现在自己跑去台北借钱了，就跟银行签了，啊，签卖身契，嗯，哎，这不提了啊。那么就那个时候呢，他来了，他跟我讲说，有这么一个在家人收了这么一大块。水城说要雕刻他们家的祖先牌位，那他是一个雕刻佛像的人，他就跟他讲说：“哦，你千万不要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就拿去雕刻祖先牌位呢？要雕刻佛像。”那个对方也听下去了。那既然雕刻佛像的话，我们家也不需要这样子的佛像啊。要不这样吧，你帮我找一个师傅，看愿不愿意买这一块，我就脱手给他。让他去雕佛像，让他找我，我哪有那些钱呢？我就去化缘，啊，化缘好久啊，弄了不知道多少百万了，那就是买下那一块，我买下来之后，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忏公和尚，我说我要去供养他，我自己也不留，这样，我就想把它包好，我出了家了，然后我要送上去。那你一般人来想的话，这小子不错嘛，哦，出了家了，被我赶下山，出了家还敢来见我，不但来见我，还带了一颗这么大的、这么珍贵的这个水城哦来了，那他当然也没反对了，来了啊啊啊啊，往旁边放，就这样了，这样呢，然后呢，准备吃饭，
准备吃饭前呢，还不到准备，还不到吃饭，我七八点钟到，我从清凉寺那个时候没有东西向，没有东西向六号公路没有，六号高速公路没有，所以还是开平面道路。那我跟两个学生，我那时候在清凉寺担任教务主任、教务长，我跟两个学生，一个叫苑海，一个叫志月，都是我师父剃度。我带，但我师父剃度这样。我记得是苑海、志月，好像两个人都帅帅的，年轻，很年轻，啊，这样一个更年轻，志月更年轻，才20多岁而已，刚当完兵，那个时候都有这种人的。他现在还在出家状态了，还好。那就这样送去了，送去之后呢，8、9点而已，还早嘛。他就告诉我说：“啊，你就到处看看。”逛逛完了对了 ，look around， 到处看看这样。我就想，哎，这我在这里待这么久了嘛，我最熟，我就真的带他们去看看，这样。那也没看哪里啊，就比如这里是大殿，后面有讲堂，那么两侧有门，啊，我不过就是带他到，你说还能看哪里？看疗房不至于嘛，啊，就无非就是看看后面。看后面的时候，大家都因为那莲音寺很特别，就是说，一般人不知道，他老人家很有艺术才分跟修养。他本身在日本读艺术，画画，他能画画。西方三圣是他老人家亲自画的。那么原版的那个电子修订版，我们现在有出印经会，我们有。哦，那个是当年老和尚交给一个居士去修。修好了给我们，给他，那他后来现在是我们可以用这样子。要是有人愿意印，发心愿意印的话，来找我们印经会印，哦，都是可以。我们印经会可以帮你印，哦，只有我们印经会能印，因为那个版权是跟我们印经会共有的这样。那当然我们不会拿来赚钱呐，只是说那个他修的版权，当年是忏公和尚给他修的，给他去做的这样。修得很贵哦，这30年前就用掉50万，哦，实在是要命啊。那所以他会这些内容，所以他到处摆得很庄严，摆得很庄严，摆得很庄严呢。我那学生没看过嘛，那我当然就要如数家珍呢，啊，告诉他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样。然后再看，就这样慢慢的看过一圈，从这边进去嘛，然后从这边就哎，从这边出来还是绕，对，因为他的念佛堂在这一边，佛在这一边，佛在后方，然后门就在这一边，那就进去像绕这么一圈，讲堂，那个讲堂也差不多是这么个大的横向这样的，就这样横就是直的变成直的延伸后去，所以我，哦，也有得看就对了哦，这样的那看这么一圈，慢慢的看，要感受感受嘛，哦，不要走马看，我的时间也还 OK 嘛。就出来的时候啊，从那边出来啊，哎，我有一位算老同参，我跟人家讲同参也有点占便宜了，但当年确实是了。谁呢？这个，上张下能长老，张能长老。张能长老呢？你们大概有的学佛不久，你们不知道。他现在在罗东，哦，有很好的道场。他老人家呢，都在三步一拜。我在当兵的时候，我跟他一起三步一拜过。他们家人都出家，都出家。那么他自己以前是道上混混过的人，那结果能够来出家，非常难得，哦，非常难得。OK， 好，那么就出家了。那么他刚好那天来。带了一辆游览车，他妈妈也来，妹妹啦，还是姐姐，忘记了，哦，啊，还有那弟弟啦，都准备要出家的，哦，妈妈已经出家了，都来，哇，那大家都认识嘛，但没有用，我根本来不及跟他打招呼，为什么？因为他们来了，正一群人在那里准备跟长老呢，多聊两句，结果我走出来了，我带了两个学生出来了。
出来就走走走走走，前面来了，本来是只好意了，要跟老人家讲说，啊，老人家问，我们参观完了，我们就旁边凉快凉快，我们就暂时离开他，我们本来是这个意思而已，就意思要跟他报告一下，我们看完了。那二号来了，就像那天，就像之前我说的说，他骂我说你那吵死人了，念得很难听，有点这个意思一样。我刚刚念也不会太难听嘛，是不是这样？他就骂我念得很难听。那么意思一样呢，那么就过来的时候，你知道当着一整台游览车，还有呢张能法师的面，乃至于他母亲所有这些老修行的面，你知道他怎么说？他把这些人都丢在旁边去，他直接就骂我，啊，你是到人家家里就逛逛人家家里是吧？你是来我这儿逛菜市场的是吧？啊，你到处逛你在干什么的呀？啊，这是你家是吧？哇，就开始这样骂了。啊！骂了那一整台游览车都傻眼了。哎呦，你是谁呀？你怎么被长老骂成这么难听啊？就大家眼神就那个样子。那有的也不认识我，就张能法师认得我，他的母亲什么也好像见一次面，但那个时候我还没出家嘛，所以他们的眼神就是那种眼神，就哈，哎呀，我们好好的要来亲近长老，结果气氛都被你搞砸了。你懂那个意思是这样？他在骂人，骂得很真，你知道吗？就我那两个学生呢、哦，一看苗头不对，他只骂我不骂我的两个学生了。一看苗头不对，自然卡地挂黑油，脚底抹油，就慢慢噔噔噔噔噔噔就离开了。最后就留下我一个人，一直被骂，一直被骂。无非就是骂说你的太随便了啦，这是你家是不是啊？你看的哪一样东西你喜欢呢、啊？你想拿去是不是啊？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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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讲。最后还讲到，哎、欸，你给我那个水沉香，你是不是要拿回去啊？什么？哇，妈的，简直是，我天旋地转。然后呢，旁边那一台游览车的人完全没有认识你哦，啊，看你是谁呀、啊？你怎么那么糟糕啊？那个眼神，你懂吗？传出来眼神是这种眼神，你懂吗？然后一直盯着你看，一直盯着你看。这什么？前面一阵青一阵白，后面那汗流浃背啊！那地上有洞。刚刚他说骂我母亲，那个是在我还出我当兵之我当完刚当完兵嘛。然后那个是我出家之后，你看隔了多久？隔了两三年了。那一次要挖地洞，还没这次这么严重。这次我都出家了，你想想看。哦，那他还说那是你徒弟啊，啊，你带着你徒弟就可以到处乱逛啊，还讲了这样子。那哪，我没有徒弟，我到现在都没徒弟啊，我到现在都没有徒弟，都没收徒弟，没有收剃度徒弟啊，他就这样骂，完全不理会你这个你的人格升格等等这些。那你想你是想、哎、这个老人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可怕？没有啊，我都公开讲。这些是最好的加持，最好的加持，也是最好的支撑。你后来半辈子修行，都是靠了这些，因为你得要吃尽这些骨头，吃尽这些没道理的棒子，没道理、啊。所以广清和尚怎么说？他说：“谁吃得下这个蔡元和尚的棒子，谁就能修行。”那确实是他那个棒子是完全无厘头的。完全无厘头。有一次我在当他侍者的时候呢，那人家就要帮他整理东西。你帮他整理东西，你要很小心，你要又不能太快，太快他说你敷衍他；又不能太慢，太慢他说你起贪心，喜欢他的东西。你懂吗？你得要看着办，刚好很快，又不能太快，是这样。刚好他希望你结束的时候，你得结束。比如说他这样，他叫你说去做那个事情，然后做了做了，他就忘了，他会做他的事。等一下他会想说某人啊，帮我怎样怎样啊？你那个时候你不能跟他讲说师傅，等一下我还在干嘛？你完了，你完了，你肯定完了。你还可以等一下，他叫你，你不能等一下的。你说好，我马上来。你只能在半分钟之内，你的马上是半分钟之内，服装仪容严整的站在他面前，是这样。然后你那个呢？你那个必须刚好 ending 做完了。你要是留着一点点，你完了，你完了，你完了，你一定会要骂足足一整天。
还有啊，他跟你讲啊，你去帮我山下买红色圆珠笔，我就去买了，买一支回来，来一看，这个是红色的吗？这根本就变紫色的，再去买，再去买，再买另外一个牌子嘛，看起来是红的，再来看，哎，怎么这是一种红呢？这是暗红啊，这不是鲜红啊？你是读大学的吗？你怎么连买个红笔你都不会嘞？好了，我就买一把来给他看，他就开始骂了。你怎么这么浪费啊？我只叫你买一支红圆珠笔，你买一把来干什么呢？你都不会选是不是啊？你完了，你懂吗？你完了，是这样的，哇塞，太多了，亲近他老人家的太多这些东西了，太多了。那有一天，我很了解了，那有一天他在整理东西。喊着啊，某人，帮我们整理那些肥皂，你要送他肥皂嘛，他会先留下来，将来再交给弟子。但那个肥皂就是什么？那个我们说那个象牙肥皂会浮水的，早年有没有说那个会浮水的？后来那个会浮水的，听说有什么成分在里头啊？洗了对身体不好，你知道他多天才？他就跟我讲，他故意压低声音哦，那个机长啊。这个听说洗了会得皮肤癌哦，我们不要洗啊，送给别人洗。然后讲完了之后还看我一下，看我什么反应，看我什么反应。那我当然不敢有什么反应啊！哇，是不是？是啊，不过要送给谁洗、啊？要送给谁洗呢？我记得我问了这句话，那他就说：“你，我跟你讲，送给人家洗，你还真送给人家洗。”他就骂你。有一次我在劈柴，劈完柴的时候呢，他就中午没睡觉，我中午不敢睡觉的，哪敢睡觉？他去睡洗，我就劈柴，劈完劈了柴还没劈完呢。他就叫另外一个侍者啊，那个另外侍者气到爆，为什么？我在那劈柴，那个侍者不能睡觉、啊，他就找那另外那个侍者说：“你去拿那个内衣给他，给我。”为什么？我在劈柴，把衣服脱掉，穿内衣再劈。他看到我内衣破了，他说：“好可怜呢、啊，那个某人，你看看，你连好内衣都没有，那拿去给他，拿去给他。”啊，那个侍者在午休，你懂吗？就这样硬生生被他拉起来，所以那个侍者也很不爽，就拿了一个那个。退啦，拿去啊！那十五刷给你的，就是你在那边劈柴，搞得我不能睡觉，我也很倒霉啊！我劈柴没吵到人呢、啊，是因为被师傅看到，这样。好啦，他等一下就来了。来的时候呢，某人啊，你在干嘛？我说、啊、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了那个《影城回忆录》，《影城回忆录》上面有写，他说、啊这个有一天呢、啊，这个影城微物就是那个谁，那个谭虚老法师，他的回忆录他说他在东北的时候啊，那佛学院啊，那大家都很辛苦嘛，哈啊，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所以那个厕所也相对会比较脏一点。但奇怪，大家同学这个议论纷纷。怎么每天早上起来厕所都干净到不行，这是奇怪、啊、大家问来问去没人去洗啊，那怎么洗的、啊、怎么就这样、啊、难不成是护法龙天了、啊、那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就开始派人去偷偷观察，这一观察了都不晓得怎么办，就整个白天都没看到人家去洗，就后来就开始晚上去观察也没看到，还是一样，一大清早起来这么干净。后来有一个学生自告奋勇，整夜不睡去盯着，到底是护法龙天还是鬼神还是谁来洗这个厕所的？他就真的太好奇了，太神秘了。因为他们有一个老法师，在要起床的时候，最想睡觉的那个凌晨三点起来偷偷洗，哇，很感动。老和尚，哎，我在那看了这个故事。那有时候那个
斋戒学会啊，那同学来啊，尿尿啊，弄得没干净。那我在想，这我机会来了，我应该劈完柴之后去洗厕所，那没人知道，大家都睡觉。哎，这样子好歹我偷偷修福报啊。至于别人还要再怎么洗，那随缘了，我都去。我就这么想，我就偷洗。那天好死不死的给蔡云老和尚看到，你在干嘛？没有啦，我把厕所弄脏了，我给你洗一下。啊，你跟我来，我来跟我来，到处看，什么那个门挡啊，门挡有吗？那挡门的那个，它有个上，因为在法会当中嘛，那门都要打开啊，打开的话用个门挡挡啊，挡那门挡，它可不是用石头，它用两只狮子。所以两只狮子的头要对着佛像才可以，而且要正对佛像。那老是都弄歪歪的，他开始骂，他就开始骂，你看看这大学生，他骂他的弟子。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他骂他弟子，大学生，你看看，叫他做门挡这事情，小事情都弄不好，老是弄歪七八糟的，根本不当一回事。当师父的这样是很难堪的。你不当一回事，我跟你讲的你做不到位，你急急忙忙想做完，这我们都很清楚。你急急忙忙想做完，或者拖拖拉拉的做，这两个都不对。他就不喜欢这样，那我们心里也明白，这就是不正心、不直心。你急急忙忙，可见你不想干事者；你拖拖拉拉，可见你心里不知道想什么，干嘛？你懂吗？你不真心。在他看法就是这样，还有你做错了，敷衍，听师父的话呢，听得哩哩啦啦，自我意识太强烈，心太散乱，所以你才会做不到位啊！我叫你要垂直的对佛像啊，你怎么可以歪一边呢？这是后来我们自己当老师，我们才会渐渐就感受到，是这样没错。那做弟子的不懂。不恭敬不调柔都不懂，他就开始骂，巴拉巴拉就开始骂，骂骂骂，那就跟我讲了，你看这大学生，你看这都不行，那我就我要缓颊一下呀、我就跟他讲，因为他骂的都是我认识的师父啊，是这样，现在都还在啊，所以不好点名啊，不好点名的都还在，都当法师了啊，然后我就说啊没有啦，师父那个。有大学生，有的家庭环境可能也比较优渥一点，他还没那么熟悉啦。你老人家慈悲，不必太在意了。我就这么讲。然后你知道怎么说？他马上就削你。我看你是家里穷，才会呢。我骂你，你都无所谓。哇，太天才了，你知道吗？是啊，那我想也对啊，说我家是穷啊。我们家本来很富有，人家我在想，这本来很富有，听这话就实在很惭愧。我那个十大弟子当中的舍利佛的样子，舍利佛的福报大到怎样？他一出生的时候手里就握着金币，他一出生那一趟，他们家里所有的容器里头都装满了金子，人家是一出生。就庇应他家很富有，结果我去被领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家穷到冰箱、电视机都被人家搬走。我们家的浴室里头是没电灯、没水龙头，浴室没水龙头，你听过没有？我们家的浴室是没水龙头，门是坏掉的，所以洗澡怎么办？就用个门板这样跨着这样就好了，就遮掩一下。我们家就三个人而已，我爸、我妈、我嘛，就这样跨着。我小三的时候，我们家是这样的，那个债主三更半夜12点来我家搬冰箱、搬电视机。当年的冰箱、电视机算是有价的了，现在没人要了啦。这真的有价，就这样。所以他说我你家穷哦，你才会我骂你，你都还接受这样，
我说，也是啊，我就讲，我也不能讲什么，我就啊，应该是吧，啊，是是是，就好了，就进去那个念佛堂，进去，进去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一件事，他说某人呢、啊，叫我的名字，启堂，启堂啊，你看啊、哦，那面墙，他随便指了一面墙。其实就是念佛堂嘛，念佛堂就是乳白色的那样，比这个还要白了，大概就上面这种白，就灯光那个层板灯那样的白啊，它那个白色是这样，很白。他说：“我说那个是黑的，就是黑的。”我说：“哦，是是是，师父懂了，我懂。”他第一次告诉我这样。那后来呢？我不是说我送那个，我出家之后我送那个台纸那个。水城给他，然后说在彰仁法师他们那台游览车面前骂我嘛，他骂的狗血淋头的这样的，骂得我全身冒汗，骂完了啊，好像没事一样啊，你去吃饭吧。然后呢，然后那群游览车后来是怎么跟他谈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已经被骂到快没力气了，快不能呼吸了，然后就去吃饭。吃完饭回来要离开的钱，要离开钱。他就坐在那个，他一个人哦，他就坐在那个庆的旁边。他一向在庆的旁边有一个狮子座，叫讲经说法的座子。他不坐在正中佛的背后，他不要，他偏一边。所以我现在也是偏一边，就坐在庆的旁边那样。旁边都没人，他叫他的侍者去把我叫来，啊，我已经被骂到没力气了。想说吃完饭了，早一点离开吧，这伤心之地，还是这样。然后哎，我又被叫去了。我在想，啊，反正已经被骂那么惨了，再惨也不过那样而已，去吧。哎，他没骂你，他好像忘了刚刚他做的是什么事一样。他就跟我讲，他怎么修行啊，他怎么放蒙山啊，怎么观想啊。然后他一生是怎么个修的啦？他开始说了，那个人那就私下跟我说，啊，他包括提到说他做早晚课、做课、做他的自己的功课从来不断，哦，光这一点就不得了，因为他还是忙的啦。我当然没像我们这样里里外外忙啦，但他基本也是很忙，哦，然后他还去建了寺院。他建寺院之前，像我这个岁数的时候，他还在找地，哦，他还在找地，是这样。而，啊，我是因为亲近他，修了一点小福报，不然我这一生没什么福报，也没有庙可以住，是这样。但我因为亲近他，还有后来因此而亲近我的法师父上显下明老和尚，那我接天台宗的法，那都是因为他来的。那后来也因为这样，我能够亲近广化和尚。因为有戒律的基础了，就亲近广化和尚。因为亲近广化和尚，接着呢就亲近到上道下海律师，所以大概台湾的主要律师我都亲近过，也做过侍者。那同样另外一边呢，像星云大师啦、圣严长老啦，都是我亲近过的。也因为我能够亲近灿云老和尚，所以什么长老我都能亲近。那我也比较能够体会那个长老的心态是怎样，因为我还亲近一位叫做白云长老。白云长老呢，头发留这么长，手里戴着劳力士表，这里一定带一支金笔，脚呢完全不打裤管，完全松在那里，光着脚丫子到处晃，在庙上到处骂人。有一次工人的不知道又怎样，还有大发雷霆啊，那啪啦啪啦骂，骂的那个徒弟全部躲光光。啊，我那时候还在读大三，那我就骑脚踏车去他那，刚好遇到这个，我就把脚踏车一摆就冲过去。看着师父骂人，我怕他被人家伤害啊，我就躲在旁边看，看那工人会不会对他怎样。哎，还好没怎样。
他一转身一看，啊，你怎么在这？他就这样对我讲，我说没有啊，你在骂人啊，那我看 我要保护你啊，哦，还不错，啊，还蛮孝顺的啊，来来来，他就巴拉巴拉就跟我讲说，你不要看残盒子啊，放荡不羁啊，我在那边骂人啊，我们心里是很警彻的，很谨慎，很警觉的。啊，他徒弟就跑光光，他在骂人嘛，我还不要去扫到台风尾，你懂吗？还是躲光光的这样。但我的想法是，欸，他在骂人，我们要保护他，啊，特别是工人。你看那工人都有的都咬槟榔、抽烟的，那个有被很凶悍的，万一对老人怎么样，怎么可以？那时候我还在家嘛，所以还有机会。综合起来说呢，就是出家人该学什么？我那时候我们在家，我就已经决心要出家。我大概在大三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出家。所以大三以前所交的女朋友，通通 ending 掉。我说坦白，哎，有时候一起去吃饭，去寺院搭伙，一餐1000块，任你吃到饱，但你要在家帮忙寺院扫地，很有意思哦。那我都会用小踏车载他。那当然女朋友好几位了，前前后后好几位，那好几位我都一一讲，啊，不行的啊，有的是同时有2位，那这个也不是什么现在人讲的女朋友都不是，现在讲女朋友是近乎要上床的，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清清纯纯的交往，这样子，啊，所以也没怎么样，也没大家没欠什么，但是都有学佛，多多少少都有学佛，那我就会跟他讲说。我可能我不适合家庭生活，所以在大三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我要学出家法。所以我还没有出家前呢，我楞严咒早晚课我全背完了，已经全部背完了，只差一个楞严咒还没有背熟。后来剩下一个月，我从剃度8月15剃度到去受戒10月之间，大概我只剩下一个月，因为我还在忙。我一出家就师父就叫我忙这个忙这个，忙得没完没了，是这样，啊，所以呢，大概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专背楞严咒，一个月之内大概就背完，不敢说纯100%纯熟啊。到了戒场去，我已经不用再看本子了，不用再看本子。后来的佛学院的学生，我都是要求说，啊，你就把它背起来。当然了，现在人你说你有的不太熟悉，这是没关系啊。我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先准备好，自己明白清楚，这都是你自己出家人该会的，要会。这叫做什么3刀6锤，出家之能你要会。那么心情上你要怎样呢？要我刚刚讲这些综合起来讲，就是这几样：恭敬。不看师长的过失，恭敬。其实调柔，调柔就是，你没有什么你的想法，他说你错，你就是错，他说你怎样就怎样。我刚刚讲这些，不就是调柔吗？恭敬调柔。再来，你要老实面对你的修道意义、修道精神、修道的本意，老实。啊，你可能有些习气，你真的习气做不好，那就是你的习气业障。但是你本质上在理性当中，你必须老实，你不能耍心机，完蛋了。老实，蔡云和尚常常说要老实，要正直。什么叫正直？老实是一种性格，正直是一种态度。正直，对就对，错就错，就是正直，不会谄媚，不会虚伪，不会看得失来讲话，很正直。但正直，但又不能够讲话粗糙。有人正直，但讲话粗糙，又得罪人。要正直，又要善巧。啊，我最有记忆犹深的是我读师大附中的时候。我读师大附中的时候，我有个同学，那个同学现在呢还在。啊，他叫陈义坤，公开讲没关系，他是个好人。那还有一个同学呢，是叫做段斌。我们这3个人呢，是当年读师大附中。段斌呢，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国中的时候跑去内湖高国中读，
他妈妈说在内湖国中才能考上台北的名高中前三志愿高中，所以就把他挪到大直国中，不是内湖，大直国中去读。啊，我们呢，我跟陈义坤呢，两个人呢，当傻乎乎的一般家庭嘛，台湾家庭嘛，哪有这种能耐跨区读，没能耐，也没那个钱，也没那个精神，也没那个想法跟意志，就傻傻的去读那个新民国中。新民国当年是新成立的国中，人家都不想读，认为那个太嫩，老师太嫩，没有教学品质的保证，所以考不上前三志愿，就这样。结果我们这样三个人分开三就是这样读了，结果是好朋友，然后就同时都考上师大附中，但我不同班，可是呢在师大附中同学还很好。有一次呢，就大家就在我去找他们，然后他们两个人同班，就段斌跟陈义坤是同班。那段斌这个人呢是很粗犷的一个人，现在我们都还有联系。那陈义坤呢人非常好，他后来读清大工业工程，啊，我读成大物理系，我是第一志愿的，我可以去读台大，我也可以读成大的电机，啊，台大就没那么好，台大可能就某一些，社会科学啊或者什么地质学的那种科系，这样。清大我也可以读，但是我就喜欢物理系，我就去读了成大物理。但我的成绩是成大电机，啊，但是我读成大物理 ，OK， 啊，所以呢，后来大家就很不错，那。这位陈义坤呢，到现在他已经把《无量寿经》背起来，五六十岁的人呢，不错，身体不顶好。啊，我们在师大附中的时候呢，常这个段斌现在还在做这个中华顾问工程公司啊，在这一类公司，他换了公司了，但他属于一种半国党营的这种公司，因为他是外省人啊，人很耿直的人，他曾经死掉又被救回来。是因为太耿直了，不然没命的人。在读师大附中的时候呢，我这个同学呢，这段斌就跟他说，跟着陈义坤讲说，有没有橡皮擦借我？我们在算数学式子，算错了，他要擦掉，重来。当时都没有什么电子仪器嘛，你都用擦的。你知道那个我们的陈义坤怎么说？我印象深刻，他当着我们两个人的面，他是怎么说？有，我有橡皮擦，但不想借你。哦，我傻眼，我说咱们三个好朋友，你有必要这样干吗？你好歹说你忘了带，你这真不想借他，你想忘，你就说，这忘了带，这样可以吗？他说不可以。我说为什么？这种人不值得我为他讲谎话，更惨，你懂吗？啊，其实我们那个段斌这个同学，其实很耿直的人，完全没有坏人的或者骗人的可能性。但是怎么样？因为太直，我这个段斌这同学也太直，他想法就是很说教式的想法，很说教，他对谁都在那说教，你懂吗？啊，既然你都对人家说教了，那你自己没带橡皮擦，你自己的事，你不要再来跟我说教。我们这位陈义坤的想法是这样，他到现在还是这样。去年呢，办了一次同学会，老同学一起啊，小学同学，好多女生哦，那都是外省女生，很娇娇女生啊，那个都人家的太太啊那种来了，要来看师傅，他们一起租游览车，我这个面子很大了，我不去，他们来呢，来万佛寺，我就陪他们吃素这样子。这样子，我陪他们玩一玩，台南的玩一玩呐、啊，这样子啊，来庙里听我讲开示，面子很大。我们这位段斌仍然在讲开示，我在讲，他讲的比我还多，是这样，他还是性格没变。所以我那个陈义坤当年就是这样子，要盯他，你懂吗？一辈子不会变，一辈子没变。他自己跟我讲讲，这位段斌自己这样跟我讲，他说：“师父啊，我就是受这个性格所害，老升不上去。”那我说：“你不升，你这种性格人也是不要升比较好了，你升了也是让人家困扰，然后你自己也困扰，你就这样过日子吧。”
他是这种人，这种人有福报还是会有的。那么这叫做正直，这就是我从他身上看出来。你看我师大附中时代，我可以悟到现在，这种叫做正直，但是不够善巧。这样应众生的机要看可对象，像广清老和尚也好了，蔡云和尚也好，他对我就是正直到他不用用技巧。为什么？因为他对我用，他觉得 OK， 我不会对他有恶心。但你要现在对人家这样，我要现在对人家这样用，我完了，你懂吗？我完了。所以说我们不敢这样用，这是要看因缘。但正直的本质是不变的，道人要这样学才好，不然你作为一个道人，你就得罪所有人，也不对。因为众生没有必要要适应你，他又不是你徒弟，他干嘛适应你呢？你要是道人，你就去适应他。所以正直是需要适应的，老实是你的态度，你内在的心人格，老实是一种人格，那没什么好说，你本来就该老实。但对人的正直呢，那就是应众生了，那就得要怎么样？要看众生的机。那恭敬调柔，那是最先前、最先进、最前面。你要出出家，你要没有恭敬、没有调柔，那你没人敢教你。佛法在恭敬中求，你对师父你就挑三拣四的看着，我看这师父，我跟这师父也是吃饭拉屎而已嘛。你看他睡的不是睡的是不省人事，那吃不也吃的吃狼吞虎咽，那算什么啊？哇，完蛋了啊！所以说那个日常老法师曾经在讲他的广论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句子，我常常拿来用。我稍微改了一两个字，他说：“思过秋毫夜分明啊，己过如山昼不见。法不相应，思有此啊，常加思考，常忏悔，常意念，法不相应，思有此。要常常思考，常忏悔。”我们不相应，就是我观察别人的过失啊。那思过秋毫夜分明，什么叫秋毫？那个鸟啊，到秋天的时候要长出那个毫毛来保温，那个毫毛是透明很细，懂吗？这么透明又细的毛，你夜分明，晚上你就看得清楚。哇，是这。那么己过如山昼不见，你自己的过失像山那么高，白天看不到。你有过失吗？没有啊，还好啊，自我感觉良好。己过如山昼不见，法不相应，师有此。你跟师父的法不相应，就是这样来的。勤加忏悔，常意念，要勤勤忏悔啊。那个不是师父的过失，是你的过失啊。他常意念，我们那样做不好这样，但我亲近过的长老不下十五个，在我印象中从来没有一位长老给我感觉他有过失，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包括我师父啊，我剃度的师父啊，就是清凉寺嘛，在台中住的人都知道，但是他寺里后来他的女儿跟儿子也有一点儿龃龉，被人家弄得上报。说什么师，说什么兄，什么兄妹，姐弟，在争市产啊，弄得我师父脸上无光。在我来看，那是我师父的慈悲啊，那没办法呀，他老人了嘛，有什么办法？那儿孙是在讨债还债的，你又不能怪他。我从来不会觉得我师父有什么过失啊，我也不忌讳说我哪里出家呀 ，OK 啊，我以我在清凉寺出家为荣啊。我也不会觉得怎样，当然呢，我不是那么高贵啦，我也不是说这就是啊，我好像都不看师长过，我就很了不起，也不是意思，我是说这样是你自己得，不是别人得，不然你就在计算嘛，你整天在那里计算，对不对？计算你有什么多少过失，我到底要不要再跟你？那就很惨了，你哪里住得住呢？
哎呦，我跟这种人大便也是臭的，我跟这种人在一起，你知道吗？那个宣化老法师认识人举手，就是渡轮和尚宣化上人，你没看过，你们这些都太嫩了，学佛太晚了，学佛太晚了。那他有个弟子啊，现在还在美国叫恒实法师，上恒下实法师。他跟我讲一个笑话，他说你不知道，我以前好穷。我说怎样？我就听说我师父有那个神通啊，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我师父有神通啊，那我自己多病啊，然后我就要跟他求医疗啊，医病，然后我就等我师父去洗澡的时候。我就拿了一个水壶，然后我就跪在他那个洗澡间门口，那干嘛？你等他出来，等他出来干嘛？你跟他要洗澡水喝。他听着，他是看了那个金山活佛，你懂吗？金山活佛那个洗澡水喝了，那女人有那个白带病啊，什么都喝的都好。身上有什么怪病的，喝的都好了。他把他想成他师父也这样的，他就真的这么干了，真的这么干了，他就真的跪在师父门口这样。然后我说，那然后呢、然后就别提了。我说没关系了，你讲讲看嘛。你这样的恒实法师是美国白人哦，他不是华人，你知道吧？他是白人，所以讲中文讲得非常好。所以我就爱逗他，我说讲嘛怎样，讲你不要笑我，不会啦，我会努力尽的不要笑啦，我私下包在棉被里笑就好了。然后结果他被我这样一讲，全世界都在笑了。然后没有啊，然后我那天我就跪在那儿啊，然后我师父出来怎样，他被我吓一跳。怎样？他就问我你在干嘛？那师父就问他你在干嘛？他就真的跪着、拿了个水壶、跪在那拿个水壶、然后说师父我要跟你要洗澡水，要洗澡干什么？我要喝，脏死了啦，神经病。就骂了，那己过如山昼不见呐、思过秋毫夜分明。他刚刚固然是不关师长的过，但也不要把师长神化成这个样子了。那也不必这样干，你懂意思吗？是这样的。啊，那还有一次我去万佛圣城演讲，那时候长老已经生病，还没有往生呢，就生病。然后长老就交代了，因为长老在台湾那个阎嘛，就是那个圆亨寺，办法会的时候，我去当维挪的。那个时候好多现在的大长老都是我们那个时候一起合作的啊、好多好多位。那么那恒实法师那个时候我才认识他，因为他不会仪轨，不太会，我还教他怎么唱大悲忏，所以他们的大悲忏是我教的。后来有没有去跟别人学我不知道，至少那个时候是我录给他，我教他。那这个所以说长老认识我，但是我要去万佛圣城的时候呢，他就交代说，哎，法师来了，请他讲法，身坐讲法，哇、他们很隆重、好远的地方就生序生俗二众，生尼二众、加上在家净人、全部排班迎接我上讲台，然后我就讲八敬法。讲完的时候，那天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又有一个出家人，那出家人是在台湾的出家人，拿两个博士，吼、实在，拿两个博士跑来找我。就跟我讲说，法师，我是很纠结，我，你能不能跟我谈一下？我说好啊，大家都出家人，没问题。其实我那个时候还在调时差啦，有点累，难得嘛，他没别人可以问，美国没几个出家人呢、对不对啊？那大家语言通的，想法一样。我刚刚讲开示嘛，讲了两个多小时，他听懂我在讲什么嘛？所以他接受我的想法，所以他愿意来问我。那我说好啊，来啊。来的时候他就跪在那，我说不要啦，大家都比丘，没关系，你就起来坐。
他说他就讲，他就说，他说我是不是要继续待下去？我说哎，你什么问题吗？他说我师父生病了。说你师父生病才应该要孝顺呢、啊。啊，谁不会生病啊？释迦佛都生病了，你怎么你师父生病有什么？可是不一样啊！我说怎样？嗯，我师父生病了，我就问他呀。他问什么？我问他说，你老人家有没有神通啊？那你怎么问你师父这样呢？我是因为我师父有神通我才去的呀。我说哪有这样子的？然后你师父怎么跟你答？我师父就说你怎么这样问啊？然后我觉得我师父没有正面回答我，我就觉得他没神通。然后呢，那我就想离开。我说你头壳坏掉，那才是大神通，对不对？你看看他能够有没有神通，他也不掩饰啊。他其实是这样子啊，尤其是生病的时候，你那个定力要失，你就不会有神通。神通是靠定力来的，哦，那你要有定力，当然有可能。你比如你平常你的心比较静一点，你这个信徒在讲什么话，你会突然间灵机一动跟他讲说，哎，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哎，他就真的去照做就对了。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跟他讲说，哎，你是不是怎样怎样怎样？师父你有神通啊，你怎么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就心有灵犀，我们就跟他这样讲。那就心静了之后，你自然会读出来很细节的 detail， 那些细节。那些细节你会读得出来，你自然会领受，你自然会连接你过去的经验。你看八九不离十，大概就怎样？你心静了，你这个徒弟一个眼神你就看出来他哪里不对。灿公当年对待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还当兵回来嘛，那身心还在躁动当中嘛，他看你的眼神，他就要削你，他要消掉你的习气，你自己是不知道的。这些就是神通啊，就是他是利益你而不可思议的那种力量啊。所以我就这样把这道理跟他讲，我说你不要以为飞天钻地是神通，他飞天钻地，他能放光，干嘛放光？我现在开电灯，电灯就可以亮了。他练了三五十年，不过就是放个光。我那五分钟装个电灯泡，我也能亮啊。你要搞这个电，你搞这个神通干什么呢？对不对？你觉得这样你师父很伟大，你应该去了解你师父怎么教导你佛法这样的伟大，做进退的。你怎么这是你师父的洗澡水能不能喝来做进退呢？你听懂我意思吗？这就是有一些虚学佛的人，要不就把师父贬值到是俗人，老看他的缺点；要不就把他神化了，懂吗？等到哪一天呢？不满意了，他就走人了。你这是做生意，你哪里在亲近善知识？这就不老实，不正直。那也不是真恭敬，这是你有条件。恭敬不是这样来的，恭敬是我知道他有佛法，那有佛法就好了。他的脾气怎样，那只管他的脾气，刚好磨我啊。那么，哎，有修行的人哪里脾气那么差？没有哦，他要真疼你的话，他要真调整你，他就世间凡夫相啊。这经上就有这么讲啊，世间凡夫相啊，不世间凡夫相怎么骂你呢？他要装得很有道德，都啊，那你喝我喝啊，大家拢喝啊，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很容易啊，大家都很高兴啊。但他不要教你了，他就这样才不教你了，你懂意思吗？是这样，他要骂你就要舍什么？舍庄严相，骂人一定不庄严嘛。你在经典上面，世尊都会骂人呢。汝愚痴，汝烦恼无明种，他都会骂成这样的，他也会骂人呢，怎么不骂人？在阿含不在南传的这个经典当中，很多描述到，甚至于僧团会斗争，还有人会说世尊的闲言闲语，世尊也会找徒弟来讨论这些闲言闲语是怎么样，很像我们隔壁老先生这样子，那很人性的，也会有那僧团跟僧团之间的斗争，是非话。世尊也卷进去，大乘佛法当中的世尊是非常神圣，
近乎不食人间烟火的。但是在声闻教法里头所描述出来的世尊，那就像一个老师傅一样，他是很平常的。这两者都要相信，因为世尊应不同的机呀。但你自己面对的师长，你不能老把他想成他就是神通变化这样子，那这样才来尊重，那完了，那天底下很难你找得到真正尊重的人。为什么？因为真正有修行才不会示现神机给你看。他干嘛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的话，你就是只爱他的神机，不爱他的教法。所以末法众生，世尊规定说，末法的修道人不能示现神通给众生看，因为你一示现神通了，他就信你的神通，不信你的佛法。他只要你啊，帮我什么解决困难呢、啊？帮我赶鬼驱妖啦，帮我加持，让我马上好啦。你不这么做，他就怨你。就像我们那个恒实法师啊，他不去想要自己要求忏悔，他来求他师父的洗澡水，对不对？那要这样的话，那释迦佛的洗澡水更好用，他干嘛不留下来给我们一喝？啊，喝了马上往生西方，不用直接不用送急救，往生西方直接去了不就好了吗？是不是啊？如果洗澡水能够治病，能够修行，那释迦佛整天洗澡就好了。他、啊、就度众生了啊！啊，洗澡水还装个水管，对不对？外面接出去用，外面大家用就好了。那怎么可以这样弄呢？对了，金山活佛是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没有错，这是某种应机嘛。这就是初学佛的人老是会搞得乱七八糟的，把徒弟、把师父、徒弟把师父看成那样，结果呢？结果就争，师兄弟就会开始争，哎呦。这次出去师父找你开车哦，没找我开车哦，是不是我被你做了？是不是你呢？昨天送了一个大红包给师父啊？那不行，我得加紧。哇，完蛋了！你知道吗？有一位长老，那我不好说谁了，因为这个道场还在，但那真的故事，为什么真的故事？因为是他的亲近的比丘弟子跟我讲，他说。他那个道场有剃度女众，那女众呢就爱争风吃醋啊，不好意思啊，这比喻上就是这个情况啊，就爱争风吃醋。然后呢，这个某甲来做侍者，哦，就把师父的房间哦弄得哇，好干净啊，这样。等到某乙来接受的时候，一看，嚯，这么干净啊，好，我一定搞得比你更干净。开始折棉被啦，拉线啦，把棉被拉线，你懂吗？跟当兵一样啊，那哇呀呀，怎么样？烫啊，怎么样？第三个侍者又来了，总共有三个侍者。第三个讲：好、哦，我搞成这样，好，我把师父的衣服重新洗一遍，把它浆用浆，你懂吗？米浆把它浆到哈、哦、硬的挺挺的这样。他完全在拿师父的生活起居在暗杠，你懂吗？然后那个师父每天第一天来，不是第一个侍者来一看，哦，是这样弄；第二个侍者来一看又这样弄；第三个侍者来一看又这样弄。当师父人当然头脑很清楚啊，知道他们在干嘛，在暗杠。有一天，那师父在抓狂了，好了啦，你们不要再弄了，好不好？你们再不要再比了，好不好？师父都快抓狂了。就变成怎样，把师父崇拜化了之后，你就变成师父只是一个标的物，不是一个学佛的对象，不是一个可亲，不是一个亲近的对象。这个时候你抢不到师父了，你就开始埋怨师父，你哪里是学佛啊？你在学人，你甚至学人都不是，你在抢人，你在满足的是满足，不是佛法吗？完全不是，满足你的自私我执。那已经没有恭敬调柔可说了，你完全不调柔了，何以故？因为师父都疼他，不疼我，那我也不要疼师父了。嗯，他就搞成这样，就搞成这样。那这很多出家做侍者的搞成这样，我听太多了。不要以为男众不会，男众也会，有比就有高低嘛。
他就不知道恭敬调柔。你对的是谁？你对的是师父，你不是对师兄弟啊。所以你好好他的、啊、各有因缘啊，莫羡人啊，不要羡慕别人啊，各有因缘。那一个做师父的，他一定是应不同的机教导嘛。你比如说这个徒弟心里很弱，修不了行，那他为了慈悲他，为了拉引他，就来这个给你吃，来这个给你啊。那你旁边看，哦，那师父是对还是对啊？我刚刚供养师父的，他去拿去给我师兄，拿去我师弟啊。因为师父知道啊，这个人快要修不下去了，当然要把他拉拔一下嘛。来，你开车，都是你开车。啊，我开得更好啊，上次罚单都是他开的呀、啊。啊，这怎么还让他开呢？那他，你再不让他开，他没事干了，他没福报了。师父知道啊。那你要不恭敬不调柔，你不相信师父的手眼，你就是认为师父不公平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说很，你不要以为出家会惹毛，惹出你很多在家就有的那些习气。你要不恭敬不调柔，不老实不正直，你就完蛋，一定重生烦恼。接着你要惭愧忏悔感恩，要惭愧。前面不能恭敬，不能老实，不能惭愧，不能正直，不能够这个老实，那你就知道了。你这么听我这么讲，你懂了，懂了之后你就要怎样？要惭愧。懂惭愧就有救。有一次啊，我们有个沙弥，你跟他讲什么，他脸无表情。没有表情，为什么？因为，他出家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他妈妈把他弄去出家了，然后出了家之后又把他带来带去，他觉得很不是滋味。然后被带到这个僧团来的时候呢，他也觉得那个是我妈妈决定，我跟这个僧团什么关系啊？所以你们教我，我也不理。哇，我看这个人怎么这样子？那有一天呢、啊，他他妈就怎么样子啊？我看到那个其他师长在说他，他那个脸又是没表情，扑克脸，然后就把他叫来，我跟他讲说：“某人啊，你完了呢，你是个无心的人，不是无心道人那种修行的无心，你没有对错，你没有惭愧呢，人家说你，你完全没反应呢，你知道吗？你这个比不修行还惨。我看这样子哦，算了，以后我不要说你，我说不动你，你已经没办法修了。那你也太令人伤心，不是你的错误的本身令人伤心，是你那没惭愧的心令人伤心。这样好了，以后你不要来跟我告知什么，那我也不想说你，好，那等于你就吃饭。好了，我也不会赶你走，那你就过你的日子，因为我没办法教你了。我就这样跟他讲，他才开始紧张，开始哭了。我说、哦、你会哭啊，你不用哭，我没骂你，我已经没能力骂你，我也没力量骂你，因为你没反应啊，那这你就不用教了。然后他才哽咽抽搐的跟我讲说，那不是他要那样，但他因为怎样怎样，然后后来当然就跟他慢慢谈，才谈开。谈开之后，他懂了他父母的态度是怎样，他还懂。我说，那你可以随时可以回去，如果你真的不懂修行的话，你不要勉强，你会这样耽误一生。那如果你要的话，你要听我说，啊，家里是怎样，那这里是怎样，师长对你是怎样，这是用心教你啊，他才会说你。那你要用心去体会啊，那最后得的是你，啊，得的是你是什么？就是你要得你内在的觉性，是因为你想要开发觉性，不是因为你要开发你的什么，什么将来做法师啦、度众生啦、做住持啦，这些都不是重要，也没有，也那也不是出家的目的，出家目的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利益众生。至于用什么方法利益众生，那就各有因缘，当住持的，当法师的。
当扫地的，当大寮的，那各有因缘，没有高低，随你个人愿意。但是要远离名利，远离贪心，这才是老实。要远离谄曲虚伪，这才叫正直。要对佛法要真正尊重，要对教你佛法的人呢，要知道他有佛法的内容，你必须看他的过失，这叫做恭敬。要能够接受人家的一切合理跟不合理，故意跟不故意的误会、误解、谩骂，不合理的甚至于很耻辱的谩骂，你要能接受，这叫做调柔。不能选自己想做的事，是什么事？除非犯戒的事以外，其他事师长交代你都做，这叫做调柔。那恭敬调柔老实正直就清楚了。那万一做不到，你叫惭愧、忏悔，惭愧自己做不到，接着做错了忏悔。那一切都能惭愧忏悔，能够学习恭敬调柔老实正直，你就要对整个事情要感恩。有了感恩，你自然有智慧，你才会有慈悲。那智慧慈悲就不必说，但后面还有三个心：信心、发心跟决心。你要有信心，你对于这个僧团，对于你的师长，对于你的出家这件事，你要有信心。你不要说，哎，我对吗？我出家是合理的吗？我适合出家吗？你都出家，你要想这个，那就完了。因为你已经来这里参加，你都快结束了，明天就结束了，你还在想啊，我这样对不对啊？啊，我值不值得啊？啊，你讨个派，你头都坏掉了，你想这个？你都从那么远马来西亚来，你还想这个？那就更糗了，对不对？当然不用想这个，你要有信心。再来，你要发心，要发心怎样？我要把出家生活过对、过好、过踏实了，我要让佛教因为我的出家而庄严，众生乃至于我自己因为我的出家而离苦得乐，当然也包括自己，但重点是众生，不是自己而已。但因为你要去完成众生，你得先完成自己，是这个意思。所以要有这种发心，没有我出家啊，就是要过清闲生活啊，不要你不要理我啊，我也不理你们啊，我要山上去跟猴子一起住啊，没人吵啊，人最困难啊，这个我要去住山，就躲避人群。当然有真有这种人也无妨啦，也只好接受啦，好过为非作歹啦，哦，对不对？当然也 OK， 但是真正大乘佛法不是这样，要发心，要发自利利他的心。这么自利利他的结果，说你要能够恭敬调柔老实正直，你要任劳任怨的接受，这个时候你就要什么？要有决心，因为很难。你要有决心，有三心：信心、发心、决心。所以合起来就十个德目：恭敬、调柔、老实、正直、惭愧、忏悔、感恩，然后信心、信心、发心、决心，这个十个条目。这就是你的道格能建立，都在这里；身格能建立，就是这个。那建立了这个呢，你还要有具体的学习，那就是学习沙弥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不歌舞娼妓、不香花曼荼身、不高岗大床、不执持金钱、不非时时。其中有两个很特别，就不执持金钱。为什么？因为金钱在买卖，在自在用，有钱好，钱不是问题，问题都在钱，对不对？那有了钱你就自在，特别是钱多，你慢心就起来了。我钱这么多，怎么样？你们都靠我，这根柱子我捐的，那个摄影机我买的，那电风扇我供养的，我这就是我老大啊，有钱就大胆。你要谦卑，你要无我，你不能够搞得这么大胆，所以要舍财物。舍财物，那你明明就靠物质在过生活，对不对？那怎么办？
乞讨为活。哦，人家有要懂得感恩而给你。哦，谢谢谢谢谢谢。因为你不能拿钱呢、啊、你想要什么你都不自在啊。这人家给你了你就懂得感恩。对不对？你本来我有钱，我买我怕谁啊？我管谁啊？我欠谁啦、啊？啊，我银行一刷，我那个 credit card， 我这么一刷，我这个还是 black card， 吓死人，黑卡吓死人了。你知道 black card 很可怕的，对不对？那个是全世界银行一间银行没几张的，对不对？啊、嗯，那你看这样，哇，那你就自在的很了。那 Black Card 可以刷一台喷射客机，你如果要买的话，直接刷卡买一台喷射客机，是这样啊。那么比如说这样，那叫怎么可能？对不对？你的慢心起来了嘛，不会恭敬调柔嘛，所以要舍金钱。第二个特别就是过午不食，你说为什么？因为民以食为天，采食色性也，有没有？饮食是一种欲望的满足，虽然这个欲望不得不满足。我们常常讲，我们得了一种癌症，叫做肚子饿的癌症，一辈子得这种癌，胃癌，呵呵，肚子饿的癌，而不是胃癌，是肚子饿的癌，永远医不好的，无药医，你懂？一定得要那个药食来填满它，所以它就是一种欲望，就会分别。今天好吃不好吃，所以佛陀才会早年要我们要脱钵，脱钵你就没得选了，是不是？你有的吃，有当好高，你得去进去提好高啊，那个荤，那个蒜，要咸东咸西，有的吃你就去吃了，你还能嫌东嫌西吗？好菇啦，好菇，翻成国语完全不能听。那你有得吃你就有得吃，你没得吃 你就得要连续脱钵七天七家，没得饭，没有得任何东西的话，你那天就完全不能脱钵，连七家，好可怕，表示你今天没修行，昨天没修行，没跟众生结善缘，你脱不到钱，脱不到吃的，好可怕呢。所以你看看饮食，世尊是这样控制的。他说：“你有吃的东西，你自己有，没有人手受，你自己去摸，你都犯戒。人家放一个一杯茶在这里啊，过午之后啊，你这杯茶，你一定要在它45分钟之内，有人是这种45分钟，45分钟就把它喝完。你过了45分钟没喝完，你就不能再喝。”除非他要再手摸一次给你，你再拿一次，为什么？代表不是你去偷去骗来的，是人家亲自给你的，你才能吃，而且还只能喝那个茶水，连蜂蜜都只能够喝，做法七天跟你一起同屋子，过了都还不能放，这么严格，那就是律上讲的过午不食。调练你的什么忍饥忍渴忍人忍耐忍人的心忍人的语言忍饥饿忍热忍冷，你什么都得忍，你懂吗？什么你都得忍，还有忍虫子咬你不能打它，你忍赶它，这就是让自己的忍耐力增强。让自己在饮食方面最难忍的饮食，你要靠它生活的，你要怎么样？你要让自己不自在，你才能谦卑，你才能用心在道。你整天无所事事，你就肚子会饿，想东想西，能量耗掉了，不静坐，不思维，不静坐思维佛法，你就能量一直耗啊。你越耗越饿，越饿越想吃啊，越想吃越痛苦，你就很难守戒。你就要怎么样？晚上的时候清心寡欲，用心在道，思维佛法。哎，这个时候法的喜悦啊，像能量一样，反而怎么样？反而能够增上你的
这个持戒的能力，这就是过午不食。好，那杀盗淫妄，那大概都你就了解了，对不对？啊，那连在家人都知道，何况你出家，不能杀，不能偷盗。不偷盗呢，哇，那事情就大了，包括误用寺里的东西。你比如说，供养佛身上的东西，你不能拿去买屋瓦，买瓦的钱你不能拿去买菜，建设僧房僧寮的钱你不能拿去盖佛的殿堂，盖佛殿堂的钱你不能拿去盖什么知客寺，不可以。这就是专款要专用，除非他在捐款的时候你告诉他，哎，如果有多容许我其他地方用，他说好，那这样的话你先把它用完。啊，你比如说你盖佛殿啊，如果有多你让我用在别的地方好吗？他说好啊，那这样哎，盖了还剩下啊多少万多少钱，那我就另外用，除非是这样，这样懂吗？所以最好供养居士做供养的时候，最好不要太指定，指定的太死板了，嚯，人家那个持戒道场没办法用，不敢用啊，不敢用啊，就很头痛啊，要这样。就是道，还有第二种道是怎样？就是不恰当使用。你比如说，我们来寺院里头，我们喝水，那你不能再去买矿泉水回来喝嘛？你就喝寺院里头的水，矿泉水不健康啊，哦，也不环保啊，啊，那就喝寺院的水 ，OK。那洗衣服、洗澡呢？也是要你怎么自己抬水来寺院里洗自己的水吧？不可能嘛！你洗寺院的水，这个时候你合理使用可以。你们那水大龙头打开，帮忙聊一半聊天，在那边洗头，那么呢站在那里呢洗衣服，水也不关，让他那么一直乱流一通，哦，那就是误用。好，你比如说那电风扇、冷气乱开。啊，那么电炉乱弄，那么冰箱乱弄啊，或者是什么器具你乱弄，好好的东西给你弄坏掉，这就是道的一种。但你无心，没关系，那你就要照价赔偿 ，OK， 啊，基本你故意，然后你又这样，不是无心啊，就你不是故意，但是你就是没好好用，你用坏了你又不赔，那这就有所谓道损，就损。因为损不是故意的，但是是损，这样也算是一种道，这样懂吗？所以说不正常的用，或者是不对机的用，或者是不专款专用，这些都算是一种道。不合理的滥用、浪费用，这都也算是一种道。好，错用、挪用，这都是一种道。当然了，寺院的财物的短暂之间的互用，它是有记账，将来要还回来，这就没问题。好，你比如说我现在要造佛像，可是哎，漏水了啊，漏水更麻烦啊，马上处理啊，可是我并没有一块漏水的钱就跟人家化缘啊，我要化缘还等一段时间呢，啊，这时候造佛像的钱先拿来用在治漏水，但我账记着，我只要借用而已，这就不叫挪用，啊，这可以。所以盗戒是最复杂的，啊，杀盗，那杀生当然杀人才是重罪，啊，杀畜生啊什么当然基本像亲，但也是有业障罪，也是会有业障，所以也不要随手打蚊子、捏蚂蚁，这都非常不好，懂吗？像这一类的不杀生，你们爱那是害虫，人类才是害虫，人类在搞污染，罪一把罩，伤害环境就是人类在伤害。要讲害虫，地球上最大的害虫就是人类，所以你不要去说什么蚂蚁、蟑螂是害虫，不是，它只是身上带着那些人类不能适应的病菌而已，那个也不是它故意的啊。你看那个苍蝇，在东飞过来，它站在那里，人家它都搓搓脚、搓搓手的，它都
有洗脚洗手啊，是不是这样的？只是你不能适应而已啊。总而言之，你不能用人类的角度来看众生，懂吗？啊，这不杀生，那这种观念，不偷盗，不淫欲，不淫欲当然就指的是指什么了？有深有浅了，最强大的淫欲就是指，这个男女性行为，不淫欲，啊，那出家人当然没这个，魔畜是接近淫欲的方便罪，这也不可以。到了比丘戒的时候，那就完了，那就很严重。比丘尼戒那就很严重。我是在沙弥的时候，当然没有这条名目，但这个都是犯。但四叉摩那尼就有了，我是指沙弥本身明文中没这条戒，但是他有接近犯重罪的方便，所以也要远离淫欲。那包括呢，道场当中男女要很有别，即便是你有男女众的道场，哦，即便是你是男女众的道场，你也要男女众有别，哦，要避免单独，一定要避免单独，哦，那你当然还有很多细节不好谈，啊，你比如坐电梯 也不可以单独，一男一女，连这样都不可以， 一开门，哦，你是男我是女，那我就不坐，反之亦然，也是这样，哦，这不然很难看。我是出家了，哦，在家当然没这个事情。那么再来就是饮酒的，当然了，有人说啊，饮酒那药酒不 OK？ 药酒要怎么样？要中医师，中医才有药酒这种概念啊，哦。中医师判定你的身体需要药酒治病，顾身体还不全然可以，懂吗？要看病才可以，啊，看病就是说真的能要治病。有的人的病是体质的关系，他不要酒来做药引，哦，他不能医病，那没话讲。除此以外不可以。那么再来就是高广大床，为什么？什么叫高广大床？不是说睡通铺叫高广大床，不是，是指的说你睡的床铺太自在，太舒服。你知道床是男女形影之处，大部分呢，啊，不是说唯一了，所以那个床是让你放逸、贪婪的处所。那你要你出了家了，你那搞那个高广大床，你在怀念什么？啊，容易放逸，这样懂意思吗？那到底能不能弹簧床？这倒也 OK， 就不要太软，小一点、窄一点，那是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弧度，那这还 OK， 哦，不是说哎，出家人只能够睡硬板床，这倒也没有说这么规定这么严格，但是呢，不要太软，太大，然后太华丽，这都不行。高广大床，高又广，高是一种权力的表现，广。是一种富贵的表现，那这整个合起来都是一种放逸、贪爱的处所的表现。富贵人家就是这种床啊，早年的富贵人家的床是要爬楼梯上去的，有围栏爬楼梯上去，是这样，那弄得这样，哎，很难看。修道人用那种都很难看，一般就是三尺宽或者四尺宽。哦，那么七尺长或者八尺长看人了，啊，哦，像镇守师傅恐怕就要九尺长，啊，恐怕就要五尺宽，啊，不然就翻两下就摔到床下面，就不适合了，啊，这比如这样啊，那么就像这些都可以为了自己的身材稍微变化一下，那 OK， 但是不能太大。歌舞娼妓，故往光听，就是歌舞娼妓，就是。就是演戏、唱歌，自己唱，看人家唱，自己演，自己跳，这样听懂吗？啊，这样不好，啊，这样就放逸。那你想想看呢？以戏曲无非就在演男女贪爱，啊，你的道业不出，你出家，
你说你要去再去看那些东西，你会引起你对世俗的想法那么多，对不对？是不是啊？你是又去看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啊，让人看了一把鼻涕一把泪，你在靠哭什么？你不无非哭你自己，对不对？那就不适合，所以不看《春武昌吉》。唱歌放逸，但唱饭拜 OK。啊、哦，是这样，放拜 OK， 这个我常讲，顾晚光听的，包括你去看，你去听，你不是自己演，你看你听，这不可。不过当然啦，有的出家人会，像当年的这个世亲菩萨，他会写《佛所行传》，他也会自己上去演，那演的是佛传，那就不一样了。哦，那当然是为了利益众生。就像现在的所谓的什么多媒体啦、电影啦、拍佛教电影啦、度化人家，这是这倒是可以，但也要看角色是什么角色，懂吧？啊、哦，那么出家人可以去指导，也当然也可以去尬一脚，也不是不可以啦。但是呢，要怎么样？要注意那个角色要正确，啊、哦，不可以角色不正确。那再来是香花漫香油涂身，香油啊，那医疗性的油 OK 的，很多油是拿来医疗用的，啊、哦，包括油可以拿来治风病，就感冒的病，油可以治病，你知道吗？我后来才知道，我这一次过年我很少生病，这次过年真的是生了一次。有惊无险的病，因为那个病来得很凶，我知道那个现在的那个菌很严重，那我盯着不让人家知道，我还偷偷医疗，然后我就是喝一个油，这样就喝一个油，那个油是圣经、可兰经都讲到的油，佛教里头没也可以再查，没或者是不同名称。佛教里头戒律也提到很多种油，油也是七日要拿来做医疗医病用。我刚开始我也觉得很特别，说油怎么光一个油怎么能医病？后来我知道说真正植物性油是真的能医病，特别是有一种油叫做黑种草油，听过没有？哇，你们没听过？黑种草油是最早的时候在。回教徒当中的穆罕默德都亲自讲说要带在身上，那个什么呢？埃及艳后他们，埃及国王他们都带着黑种草油的，黑种草油就干就是喝，而且一量很少，你知道吗？一天10cc分两次喝，哦，那个真的还很省呢，精性。不过黑种草油不能够随便拿来喝，要弄出。黑种草精油就不一定能喝，是真正提炼的一般性提炼的黑种草油才可，不然精炼过那就无问题。这样有啦，有在卖。这样，那么就是涂油，也能涂身哦，精油也能够来涂身，可以，那治病是可以，但是为了愉悦，为了取悦他人，不是为了治病哦，你就不能。熏啊涂啊擦呀、啊、就不行，喝是为了治病那就 OK， 好，哪怕你是肚子饿你就喝油，怎么样那都 OK， 喝可以，但是你涂那个香油是重点在香，你懂吗？那就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哺乳动物，我们是哺乳类，哺乳类是用香味在传递男女的讯息的，你懂吗？好，所以说不能用，狗狗也是啊。动物都是用鼻子在闻那个什么交配期的时候，都是用鼻子在闻的，来吸引那个交配，所以说对于闻香是很严重的事，所以不能够用这种香气，但是呢，为了供佛，你用一个很正当的涂香是还勉强可以。沉香、旃檀这一类闻的是不会起这种念头，那用那个洗手啊还可以，但现在的檀香都是化学香，你拿来洗身体哦，
太香了，不太对劲，你懂吗？而且太贵，真的要纯檀香油，太贵，不适合。所以我的建议是用很淡很淡，近乎没味道的手工皂，这样子 OK。啊，当然也你要放上檀香也 OK， 但味道尽量减低，还是会引起这些染心，还是不好。香油涂身，香花蔓，香花蔓就是指那个戴首饰啊什么的了。当然你说戴个念珠 在衣服里头啊，或者挂着是为了庄严，讲经尊重，尊重听者。啊，尊重听法的人，这样还 OK， 这样懂吗？哦，那除此以外，平常不要随便的这样子带着啦，这样你带在衣服里头还 OK， 哦，意念佛法嘛，那还 OK。大体上是这样，这样就是沙弥的戒律，都就会讲完，带过这些内容，这些就是你在升格的同时，你还要学沙弥的戒律，行为上要搭配。才像一个身熟互转的道人，不然你就像个俗人，站在那里就是俗人，光头俗汉，光头是俗人，那这道这样道念就，不要讲道念，那个样子就不像个出家人，那就糟糕了，这样懂吗？啊，所以说呢，出家不容易，从内心到外向，戒律是外向，对不对？啊，十种德目是内心，这些呢都在成就你作为一个道人，里里外外要整个大翻转，这种翻转就是天翻地覆的翻转，也这样才能叫做天人师，人天师范，这样子精进用功乃至一日一夜，人天不堕落，是就可以不堕落，就这个原因，我们上一堂课讲的有没有？为什么能够不堕落？就这样子，这样就是不堕落。从身到心，从外向的戒律行为到你内在的道格，都是这么的精进。你一天一夜做得到，就是攻城略地，成就了，成就了你的修行。那这样子呢？哪怕是出家一日一夜就死掉了，你是想要进行受出家的、啊。可是你命只剩下一天呢、啊，这样子精进用功可以。那因此就有人问了、啊：那我临死之前，我来这么一下出家一下，你看怎么样？理论上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因为你要临死前，你已经没有心力了，你那个出家是装样子而已啦，就结个善缘而已。有人是真的这样啊。台北有一个李元松，我都公开讲他名字，因为他错误的太严重。我现在说他是帮他消业，他就说他证阿罗汉果了，什么证菩萨，什么极果位了。我就说你证个苹果了，你乱讲一通。还有那比丘尼啊，说他是什么大乘菩萨果位，说我们出家人反而是错了，我比丘反而错了。我后来呢，后来他临死之前呢、啊，发现他一切都没有得恨，一切都没安稳。他把所有的书收掉，所有的网页收掉。然后去求他认识的师父把他剃度，做个沙弥了，然后才死掉。我觉得，哎，这还像一个男子汉。那个当时赞叹他的出家比丘尼呢，一句话都没说明，都不说自己错了，那是颠倒，这是不负责任。你这你遗害众生，这真的是这样，真的十多年前的事啊，我公开写文章。说他这样不可以啊！说这个男众在家居士吧，李元松就李元松，你们查就知道了。现在查不到这个人，因为东西都收掉。他的一些弟子啊，也是很慢心的，也有啊，但是呢，那老爱搞那些文字那个什么的什么的也不少，但呢，终究还比较，因为他。临死前有做这样动作，弄得他跟追随他的人后来还有一点收敛，看起来还算好。中国大陆当年一堆人跟他呀，哦，是这样。那现在当然还另外出了另外的在家居士了，在家人。我说他算不算居士，我都很难讲，到处批评出家人这一类。那这个呢，就不必多跟他提了。
我们上士对下士，我身为一个出家人，难不成公开批评他？我不需要。但你要听得懂，这些都要远离。所以呢，以上所说的，今天呢，两个上课的讲次，大家辛苦了啊。那么呢，总说一句啊，就是出家的因缘、价值、功德，还有出家要学习的道行跟戒律，从刚开始做沙弥的这些戒律，简单的带一下子，让你们知道说，你们基本上还是在家人啦，是体验而已，所以我也不说太深，但是我们重点在讲那个心态啊，那你要去体会到，乃至于有准备要出家的人，你更要体会到，这个道理。要用心去实践它，你的道业是你自己的事。修行出家，没人能够逼你。你一定要记得，那是你自己发心要出家。你要想到那是什么理由，无非就是报众生恩，要自己得不再轮回的苦，也要让一切爱我们的人、跟我们有缘的人、我们的父母、我们想孝顺的父母，也同得离苦得乐。我们是这一念心我们来出家的，那么就不要忘记了这个出发心。古人讲啊，初心不忘成佛有余，听懂吗？初心不忘成佛有余。所以初心容易忘掉，你要真能沉得住气忘不了，你就成佛有余。这一点呢，唯一要补充的是，你一定要亲近善知识，你要跟的师父，跟对你有缘的师父，一个对的师父，你才能够初心不失，不然你会被他弄得初心都失掉。他不教你，或者他把你颠倒教，那就完蛋了。或者是没有善知识，同参道友，孤陋寡闻。你自己傲慢心，不想跟人家学，你就没有同参道友，这样也不，你也危险。你再怎么好也有限，因为你跟人相处，你都相处不来了。你说你多有道心，那骗人的。你自己一个人过日子，你就自己做老大，你自己想怎样就想怎样。你说你将来能够多有道德？古来丛林，为什么叫丛林？就是龙蛇混杂，蛇多于龙，龙就是有道德。没道德的多，专门来 K 你，专门来让你修福报、修忍辱，你这样才修得小行啊！在人群的是非当中、困扰当中，任劳任怨，才修得了行。啊、哦，这些都不在话下，这都是你作为一个道人出下手，你都要弄清楚，你才不会埋怨，你才不会走错路。本来是对的路，明白的一条路，你却把它躲开了。那就糟糕啊！当然，这下来最后就是你自己要自己做功课，诵经、拜佛、消业障很重要，不然刚刚讲这些你撑不过去，道理你懂你也走不过去，所以一定要拜88佛、法华忏、三昧水忏等，诵法华经、金刚经或者任何大圣经典、地藏经都好啊。我是比较主张说诵金刚经、地藏金刚经、法华经，跟无量寿经三部经，你选至少一部去诵。那多念佛、多拜忏、多让自己流汗啊，多在寺院里头修福报。事情要抢着做，乐意做，做不烦，做不厌，做了完了之后还得要自己用功。你不然我做了，我累得要死了，叫我念佛；我累得要死了，叫我拜佛，那完了，拜佛是你的事。做是你修的，何况你年纪都这么大了，你还不赶快做，不赶快修，你要跟人家年轻人比，他在休息，你不能休息啊，因为你比他慢修啊。你要加紧用功。有了年纪了就得这样，这些呢顺便再讲一下啊。也只能讲这些了，再讲你也累啊，我也累。三个小时的开玩笑啊，很憋了啊，但是呢，这些你要听得懂都够你受用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向下文长，复以来日轮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智归佛，当愿众生理解大道，发无上心，智归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归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请起立。大和尚坐客圆满，向上礼佛三拜，拜。工作